明朝崇祯十六年，公元一六四三年六月初五，北直隶顺德府邢台县,县县衙门口传来一阵哭喊嘈杂之声。县椒江,江水镇里，正刘太公领着苦主王老汉前来告状。县领着松林闻讯升堂，王老汉步履蹒跚走上堂来，跪倒身躯，连连叩首，悲不自胜的诉说道：“他的女儿昨夜无故一死家中。” 皆是女婿之兄将大红所害，恳求县太爷为他做主。语罢，双手呈上一纸诉状。任县令接过诉状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状告将大红侵犯弟媳不明事。我女美英素性贤淑，两年前嫁江大伟为妻，与大红夫妇同院起居。去年三月，女婿染疾去世，我女举手结寡居。昨日深夜。” 我女无故家中自缢，人命重视起救，因有一事，死者瞑目，生者无怨也。上告人县令，独霸诉状，大不以为然。抢白王老汉道：“你女自缢而亡，死因待查。但何以见得，必是江大红所害？也未免太过牵强附会了吧？”王老汉闻言，赶紧向上回禀道：“大老爷有所不知，我女寡居，素不与人来往。” 即与大红一家有所走动，昨晚美英自缢后，小老儿前往奔丧，追问死因时，将大红夫妇皆面露愧色，言语搪塞，其中必有隐情。邱老爷明白，任县令闻言，一边命两名仵作前往县的验尸，一边吩咐衙役去拿将大红夫妇到堂。约莫小半天时光，江大红夫妇便被押上堂来，任县令盘问美英因何自缢。 江大红慌忙禀道：“弟媳呕得心痛之极，不堪苦守，因此自缢而死。”王老汉闻言在旁厉声吼道：“我女素无此疾，前日上门时还身体爽利，若有心痛之极，何不言一救治，偏要自缢而死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”这时，江大红妻子潘氏在旁帮腔道：“弟妹性急心痛，又不肯请医救治，只轻生自死矣。” 王老汉闻言，直气得胡须乱颤，他顿足捶胸辩解道：“我女是个慢性子，唯口呢怕羞而已。你夫妇二人所言，俱是妄语。”王老汉与江大红夫妇争论不休，任县令在旁察言观色，见老汉气得面红耳赤，而江大红夫妇则面露心虚、羞愧神色。他便将经堂木一派，厉声断喝道：“公堂之上，你夫妇竟胆敢欺蒙本官！” 想来还是不失国法之位，严霸便命衙役重责和江大红四十大板，给潘氏也用起了夹棍之刑。江大红挺过四十大板，依旧不肯饶人。这潘氏却受刑不过，连连求饶的。我家与弟媳共用一院，是以我与她每天轮流打扫。昨日本该美英扫院子，我在邻居家吃酒晚归，却发现扫帚放在屋中，我便怀疑丈夫与她有染。 才将扫帚随手落入我屋。昨晚我夫妻二人发生口角，弟媳何故自缢而死？民妇却委实不知也。人县令闻言连连点头道：“真相已明矣。若无奸情，美英何苦自缢？将大红侮辱弟媳，人伦尽丧，该当死罪。”随即严刑催逼，将大红挺刑不过，只好招惹画押。话说将大红押入大牢。 转眼过了数月，但有旬日，便是秋后问斩之期。恰巧北直隶巡案秦友来寻访，至此听闻，只把扫帚做实命案真凶，甚觉蹊跷，便连夜提审江大红，问其可有冤情陈述。江大红早已抱定必死之心，今见这位大人竟询问可有冤情，不免泪如雨下，说道：“小人所剩之期不多，以人生在世。” 王侯将相，终归于尽，死又何足惜？但受恶名而死，虽死不甘也。秦寻案问道：“你经过几番审，今日更又何冤？”江大红答道：“我与地父本无见，可剖心已是天地金足现灵与使我悲恶名。弟媳妇其冤，我九泉之下兄弟也，一兄一妻，一遇而三冤，何谓无冤也？”秦寻案听罢，将大红负心之言。 深知姿势体大，便命他将当日详情讲来，以便细加斟酌。于是江大红便将以往经过详细讲述了一遍。原来自弟弟去世，弟即寡居后，江大红便很少到一墙之隔的美英处走动，以防风言风语。而美英与潘氏妯娌两人则轮流扫院，如美英扫地，则扫帚在美英房中。次日一早，交由潘氏。 轮到潘氏扫院也是如此，交付扫帚习以为常，天天如此。话说出四日中午，拍摄到邻居家饮酒，美英与江大红在家这天也正好轮到美英扫地，她洒扫完庭院后，便提前将扫帚送进了潘氏房中。江大红见地西进门，只客套了几句话，美英便转身离开了。哪知潘氏傍晚回家后，见扫帚在屋。 便怀疑丈夫与美英有染，因此才遗落扫帚在此。这将大红夫妇为此吵闹不休。潘氏仗着酒劲儿，更是怒骂美英太不检点，防子丈夫不算，还与大白子不清不楚。江大红告诉潘氏，美英只是提前来送扫帚。江大红连忙低声劝其不要胡说，以免邻居取笑。潘氏误以为丈夫服软，愈加肆意吵嚷起来。江大红勃然发作。 将其扯倒，便是一顿老拳。两人正不可开交之际，江大红突然发觉窗前有人影晃动，以为惊扰了四邻，便赶紧住手。第二天，潘氏发现美英自缢而死，江大红也是莫名其妙，一头雾水。江大红将前情和盘托出，秦巡案听罢，一拍桌案，顿觉豁然开朗。他命衙役去潘氏道堂，并令人取来当着扫帚。 自称要问案扫帚，秦寻案升堂。潘氏将大红苦主王老汉拘列唐家人，县另一旁侧坐相陪。秦寻案手指扫帚，对潘氏说道：“你以此为凭，指证丈夫与弟媳有染，是也不是？”潘氏点头称是。秦寻案又问到：“当日美英院子是否扫完？”潘氏答到：“前后院都已打扫干净了。”秦寻案慨然长叹道：“第一，扫完此事。” 美英提前送来扫帚，以免来日临期交付。眼若二人有奸，一落扫帚则,则未必扫完；若扫完之后发生奸情，两人何必留下扫帚为把柄呢？潘氏闻言不语。其寻案又到你夫妻吵闹不休，一墙之隔的美英焉有不知之理？他必是偷听到潘氏污言秽语，见潘氏骂其与江大红有染，后悔不该提前送扫帚，造成此等误会。” 又自感便不能明污名难洗，便自缢而死，实乃以死明志，非是为奸有愧也。众人闻言，无不点头称是。潘师爷悔恨交加，说道：“当日丈夫若似老爷这般条理，奴家也就疑云顿笑了。恳请老爷赦免丈夫死罪，我今也知自己知错了。”秦寻案将经堂木一帅凛然作色道：“江大红本受其冤，理应无罪，开始。” 但你陷丈夫于不赦之罪，无弟袭以难明之辱，实为逼死美英之元凶也，理应抵命。堂下的江大红不忍妻子赴死，乃叩头求情。秦寻案拒绝道：“法应判死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一旁的人县令见寻案执法若子，羞愧难当，便自省罚心，一年一补误判之过。秦寻案找准至此，一桩寡妇自缢奇案就此侦破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借着奇案故事讲，喜欢听我故事的朋友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赞支持一下，谢谢！明代正统十年（一千四百四十五年）的一天，有人在苏州府吴县盘门内的盘桓巷河道里发现了一具弃尸，死者是名男性，年纪约三三十余岁，颈脖上面有明显的刀痕，很显然是遭人杀害。 当地里长得暴后，丝毫不敢怠慢，急忙跑到县衙，向刚接任了吴县知县的叶希报告。叶希是浙江永嘉人，宣德五年进士，素有官声。他听说出了人命案件，立即带着五座衙役亲自前往查验。发现尸体的河道在一处偏僻的小巷里，与护城河相连。这里人烟稀少，只有十余户人家，数十间房屋。 然而其中却有两个尼姑庵，一曰如意庵，一名凤旨庵，两安安门并列，内有小门互通往来。叶熙仔细查看完尸体，又站起身来，四周看了看，心中推测很可能是凶手杀了人后弃尸于河道，想将他冲进护城河里销声匿迹。谁知在河道上却设有拦网，尸体并没有飘走，所以第二天就被人发。 发现了附近居民见出了人命案，知县又迁来查案，无不闻风而来，倾巢而出，携老带幼来到河道边看热闹，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。就连如意、凤池二安的尼姑们也烦心未了，前来看叶熙查案。叶熙见状，顿时灵机一动，命衙役将居民们围住，不准离开，又让师爷拿来府印，黄色一场明讯问。 结果，当地居民人人俱载，唯独不见了如意庵里的尼姑妙珍。这一异常情况引起了叶熙的警觉，他一面让衙役四处出动查明死者身份，一面又传令衙役火速前往如意庵中缉捕妙真，却发现他并不在庵中，衙役只好在庵外守候。等了几天，终于等到妙珍回来，便不由分说地扑了上去，将她锁到了县衙。 叶希闻报拘来了妙珍，便传令立即开堂审讯。初一见面，叶希不由得一愣。只见妙珍也就十八九岁年纪，虽然身着一缕佛衣，却依然掩盖不住体态苗条、风神少秀，不禁让人顿时生了怜香惜玉之情。更让他吃惊的是，妙珍额前秀发仍在，显然还是一个待发修行，并没有取得佛门度牒的尼姑。 叶熙定了定神，大声喝道：“大胆奸，你为何要谋害人命？赶紧从实招来，否则休怪本官无情！”妙真一脸无辜，似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说自己这几天刚好接了一场法事，去给吴县城中一位巨富人家念经超度，念了七天七夜的经没有出门。刚一回到安中，就被衙役绑到了县衙。叶熙见妙真矢口否认。 并不觉得诧异，反而穷追不舍，问他成当日的行踪是否有人作证。妙真想了片刻，说不便于透露群众复获的信息，只讲了当天一大早从如意安出门时，有个叫陈敏生的小贩见到了自己，可以让他来作证。叶希见妙真说的在理，便派衙役把陈敏生带到了公堂。陈敏生年纪也不大，只有二十出头。 是个贩卖青菜的小贩，负责帮尼姑们代卖如意庵和奉至庵外的菜园和竹林里所产的蔬菜。竹子与尼姑们也非常熟络。陈敏生上的堂后，并为如妙真所说，在当天见过的，而在叶熙的讯问下，说自己亲眼见到了有香客进了如意庵，一直到晚上都没有出来。第二天就在河道里发现了尸体。妙珍听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 叶熙见状，一再追问他是否认识。就妙珍推脱说不知道，而陈敏生却回答道：“老爷，这个香客是常熟商人张连仲，经常来苏州做生意。我曾经在他那里进了一些货物去贩卖，所以与他相识。当天午后，我见他进了如意安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这具尸体八成也是张连仲，一定是妙珍这个奸逆谋害了的。” 妙真见陈敏生不仅不为自己作证，反而信口雌黄，辱骂自己行为不端，甚至涉嫌杀人，不由得动了真，怒骂道：“你这个恶贼，为什么要诬赖好人？如意庵是尼姑清修之地，怎么会有男香客往来处？再者，我一个柔弱女子，如何杀得了成年男子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”谁知陈敏生听罢，冷笑一声，愤愤地说道。 张连仲当天进入了如意安，并不是我一人所见，岂敢凭空诬赖？支部的朱阿四和奉旨安里的松月也曾亲眼目睹，老爷一问便知。叶希听说还有证人，只好派人又将朱阿四和松月传来问话。正巧这时候，负责摆出查访的衙役回报说，河道里发现的尸体正是常熟商人张连仲。叶希听了，点了点头。 便讯问朱阿四和松月两人的证子，得知朱阿四一直寄居在奉着安内的门房里，还在那里设了只鸡。当天朱阿四正在赶一批活计，从上午一直忙到了深夜，却只看见张连种进了如意安，没有看到出来。而在第二天，就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在河道里。尼姑松月也正是说自己当天因为庵里香火暗淡，就来到了安前门。 手跟正在织布的朱阿四闲聊，也刚好撞见了这件事。叶熙听着两人的供词，先是眉头紧锁，接着一拍惊堂木，勃然大怒道：“真是一派胡言！尼姑庵是佛门重地，你身为尼姑，怎么能容男子寄居在庵内之部？如此不守清规，有伤风化。你若不讲清缘由，本官一定要将你们重惩。”松月见叶熙听了他们的证词。 不去盘问妙真，反而对自己的行为耿耿于怀，一时惊得冷汗直流，急忙申辩道：“老爷有所不知，凤池庵地处偏僻，经常有些纨绔子弟前来指指点点，说些污言秽语来调戏。而庵内只有我和小徒两人，都是女流之辈，整日担惊受怕，恐被人闯进来，尸身有无佛门清誉，便请了织布的朱阿四前来替我们师徒俩把门护院。” 实在没有其他企图。叶熙看了看松月，见她约二十四五岁，长相风流，体态风骚，眉眼之间隐隐有一股狐媚之色，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正经的女子。而又得知朱阿四早年死了老婆，又无孩子，至今没有再娶。细细一想，总觉得他们之间有些蹊跷，可是又没有什么证据，查不出什么结果来。叶熙。 陈思拜上，让人把妙珍和朱阿四、松月三人带了下去，单独留下陈敏生细细审问。陈敏生见隐瞒不过，便交代了自己与妙珍早有奸情，还知道妙珍将一包银子藏在了后院竹林的石凳下面，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他杀死张连仲后得到的赃物。叶熙见陈敏生又提到了妙镇，便把他又提来讯问。 可他却死活不承认自己与陈敏生有奸情，只承认在后院石凳下埋下了银两。叶熙派人取来一看，竟然有纹银一百二十两。叶熙大吃一惊，心想：一个小小的尼姑安香火不成？怎么会有如此多的银两呢？里面一定有猫腻，便给妙真上了杂志，把他夹得死去活来。妙真受不了酷刑，再次承认自己的确在竹林。 石子都是自己几年来香火费积攒出来的，因为担心小偷就偷，偷偷地葬在了后院，埋在了石凳下面。其他的一百两银子实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叶熙听他不像在说假话，却一时又查不出另外一百两银子的出处,处。突然，他想起了陈敏生说跟妙真有奸情，便先让陈敏生退下，又喊来稳婆给妙真验身。 发现她竟然还是处女，叶熙沉思良久，知道妙珍不可能会有奸情，看来这都是受了陈敏生的诬陷。于是他让人将妙珍关进了大牢，却把陈敏生、朱阿四和松月三人都放了回去。过了几天，在一个深夜里，陈敏生悄悄地来到了凤池，安在门外轻轻地咳嗽了几声。朱阿四听到后，便开门把他迎了进去，到了内堂。 只见里面灯火通明，松月和小图两人早已办好一桌酒菜。见到陈敏生来到，四人便推杯换盏，搂搂抱抱，纠缠在一起，丑态百出。宋一边喝酒取乐，一边笑着说道：“都说叶知县断案如神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竟然相信真是妙真，图财害命，把他关进了大牢，给我们做了替死鬼，让我们白得了一笔钱财。” 可以快活逍遥的过日子了，真是值得庆贺一下。话刚说完，门突然被人踢开，几个如狼似虎的衙役闯了进来，将四人捆了起来，又仔细搜查奉。凤世安竟然搜出了纹银八百余两，便连人带银一起送往了县衙。直到这时，松月等人才明白了，这一切都是叶熙设下的计谋。他将陈敏生等人释放后。 又派了一帮衙役日夜守候在凤旨庵附近，终于把他们一网打尽。第二天一早，叶熙便开堂再审此案。此事已是铁证如山，三人不敢再隐瞒，只好一五一十的全部交代了罪行。原来松月本来就是一个不守清金龟的尼姑，先是与小贩陈敏生私通，又看上了织布匠朱阿四，以安中守夜为名，让他住进了凤旨庵。 两人如同夫妻一般，却又与陈敏生藕断丝连，保持着关系。三人经常在一起鬼混。那天午后，常熟商人张连仲偶然过了凤池庵，便上门去即江。朱阿四见他穿着非常考究，手指上还戴了一枚硕大的金戒指，一见就是个有钱人。于是他便偷偷的和松月商议，准备敲诈一笔钱财。张连仲上完香后。 松月教姿态，张连中本是风月场上的常客，岂能不知松月的用意？便随手掏出了五两银子来，让他去置办了一桌酒席。晚上，松月和张连中连连对眼，不觉已至半夜，正想要一亲芳泽，朱阿四却突然冲了进来，举起锄刀将他杀死。随后又喊来陈敏生，三人一同将尸体扔进了河道里。后来三人又一同商议。 一旦案发，就把此事嫁祸给隔壁的尼姑妙真，因为陈敏生早就看上了妙真，经常用语言调戏，可是妙真却不为所动，以至于因爱成仇，胜了报复之心，伺机报复。有一天，陈敏生偷偷摸摸的爬墙进了如意庵，准备去竹园里偷竹笋，却正好见到了妙真在石凳下面埋银子，等他离开后，就去挖了出来。 见是二十两白银，便席卷而去。这次三人杀了张连仲，陈敏生便又想到了栽赃嫁祸妙珍的计策，从赃银里取出来一百两，连同原来的二十两一起埋在了妙珍埋银的石凳下面，再向叶熙告发陷害妙珍，好让自己人脱罪。谁知叶熙早就在他的供词中砍出了端倪：一是陈敏生知道死者的姓，证明。 而妙真却未供认。二是他知道妙真藏银地点，却不具为吉养里。三是陈敏生和朱阿四、宋月都异口同声指证妙真。朱阿四一个男子，甚至还住在尼姑庵中，不能不让人怀疑。而更重要的是，陈敏生供认跟妙真有奸情，但是妙真却是个冰清玉洁的处女，最终让他露出了马脚。于是叶熙便将计就计。 释放了陈敏生等人，又在暗中让人监视，把他们抓了个正着，查清了这种杀人劫财案的真相。最终，无限知县叶熙便查律例，先将朱阿四、松月和陈敏生三人判了斩刑，又将妙真无罪释放，还给他发了度牒，让他主持如意、奉持两案。后来，叶熙因为未,未深入追查张连仲到底被劫了多少赃银。 只将查获的八百余两文银入关，遭到了张连仲亲属的控告，说他贪赃枉法，竟被刑部衙门提讯。幸亏无限人民联名向朝廷上表作保，最终还了他的清白，擢升他做了宁国知府。听其案故事，品人间百态。您的支持点赞是我最大的动力。书接上，回应奇案开讲，明代弘治年间。 浙江杭州府士官子巷有一人名叫潘佑，夫妻俩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取名潘寿，疼爱无比。三口之家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有一天早上，天一大亮，潘寿儿不见爹娘下楼，就大声喊道：“天不早了，爹妈快点起床吧！”呼喊半天却无人答应。谭寿儿觉得很奇怪，就自己上楼去看。刚掀开帐子，就看见父母都死在了床上。 吓得他大叫一声，当场晕倒在地上，半天才清醒过来。谭寿儿一时六神无主，只好哭着请来了众位邻居，大家一起商议后，便来到了杭州府衙报官。杭州太守传令李齐升堂，将一干人等都带到了大堂上。在听完潘寿儿的哭诉后，太守沉吟半晌，突然问他道：“你仔细的想想，你父母昨晚是什么时候睡的？睡在什么地方？” 潘守儿不知其意，只好如实回答道：“昨天吃了晚饭，爹妈就把大门……多大年纪可曾许配人家？你晚上也是睡在楼上吗？”潘守儿说：“民女今年刚满十六岁，尚未许配人家。现在爹妈睡的正是我的闺房，他们本来住在楼下，在半个月前才刚刚换下来的。”太守继续追问道：“你爹妈为什么要和你互换房间呢？”潘守儿顿时哑口无言。 低着头跪在地上，默不作声。太守见状大怒，呵斥道：“潘胜，你父母就是你杀的，赶快从事举招来，以免皮肉受苦。”潘寿儿大吃一惊，不由得抬起头来，脱口而出道：“大老爷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？”抬手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你父母肯定不是你亲手所杀，可是一定是你的奸夫杀死的。”抬寿儿听了，脸色一变。 矢口否认道：“大老爷，请自重，我一个十六岁的黄花闺女，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哪里会有这些勾当？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我们的街坊邻居。”太守说道：“你家里出了人命啊，尚且还是你去告诉邻里的偷情这种事，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呢？一定是你父母发觉了你和奸夫来往，想要阻止你，所以他们就和你换了房间，断了奸夫的门路。” 以直让他泄愤杀人，你赶快说出他的名字来。潘守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。太守猜测自己的推断不错，继续逼问不舍。谭寿儿只好吞吞吐,吐吐的交代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潘寿儿的这个奸夫名叫张进，家财万贯，虽然只有二十余岁，又生的风流俊，明月当空。张进吃过晚饭，刚好路过石关子巷。 看见临界的一座楼上有个年轻貌美的女孩，正好揭开了窗帘朝大街上观望。张晋不由得停住了脚步，一时看呆了，就假装咳嗽了一声。女孩听见了，对他微微一笑，就把窗帘给拉上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张晋见四周无人，又咳嗽了一声。这时窗帘被拉开了，女孩又探出头来朝他笑了笑。张晋见状。 从袖子里掏出一条红绫汗巾，遮起来，扔了上去。女孩接触后，手里没有其他东西，就脱下一只绣鞋扔了下来，就再也没有把窗帘打开。张进大喜，第二天又来到了女孩海的家门前，正好遇到街上卖花的路婆从女孩家里走了出来，他立即走上前去，将路婆拉到了一家酒楼上，点了一大桌子好菜。 一边劝酒，一边说：“有件事一定要求陆妈妈帮忙才能做到。”陆婆听了非常受用，一边吃酒，一边笑着说：“不是老生夸口，在这方圆事里还没有我办不到的事。”于是张进将想与女孩相会，请陆婆帮忙通信的事情告诉了她，还掏出十两银子相送，说是事成之后一定会再给她十两酬金。陆婆拿了银子塞进了腰包。 便问他是哪一家的姑娘。张晋说：“就是你刚才卖花出来的那一家。若是潘寿，不过这银子却不好拿，他老子潘用太厉害，门户把得很严，我没有什么把握。”张晋见状，急忙取出了绣鞋交给他，说道：“此前我已送给他一条红绫汗巾，他也送了我一只绣鞋。此事只向妈妈前去传话即可。如若是成，我再加十两银子给你。” 陆婆听罢，再次把银子塞进了怀里，笑着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再先收下。如果事情办不成，我再退还给你。”过了一天，陆婆提篮又去了潘寿儿家，见他正捧着一条红绫汗巾出神，陆婆笑了笑，有意无意的掏出了一只绣鞋。潘守儿顿时眼睛一亮，急忙问他绣鞋的来历，又去取来了另一只，刚好凑成了一对。 陆婆便将张健的十一道来，又对潘寿儿说：“鞋子倒是对上了，可是你要我怎么回复别人呢？”潘寿儿一时无计。陆婆又说：“你可以趁着晚上爹妈睡着，你楼下咳嗽声为好，把布袋垂下楼去，让他顺着爬上来，你们不就可以见面了吗？”谭朵听了大喜，跟陆婆约好了时间，又把秀秀还给了他。 对他说：“让张进来时再带着这个信物还给他。”就这样，两人在一起暗中来往了半年。潘勇发现女儿有些不正常，妻子旁问他有一次不妥，心中不免产生了怀疑，就跟妻子商议让女儿下楼来睡觉。夫妇俩则搬到了二楼女儿的房间。潘寿儿得知后暗暗叫苦，却又提不出反对的缘由，只好同意就搬到了楼下。 在这些日子里，陆婆也没来家中联络，消息也无法通知张晋，以致才过了半个月，潘永夫妇就被人用一把杀猪刀所杀。杭州太守听了潘寿儿的供词，立刻派人将张晋抓来公堂，可是他却矢口否认：“我承认跟潘寿儿勾搭成奸，还说小人对潘寿儿虽然有意，却并没有跟他相会，我连他的楼上都没没去过。” 怎么可能会杀了他的父母呢？潘守儿听了，哭哭啼啼，一边骂他心狠手辣，一边指认跟他通奸半年就是他杀害了父母。太守大怒，命人对张晋用刑。张晋受刑不过，只好承认是自己所守。见潘守儿和张晋都已招供，便不再迟疑，就一律画押定案，把他们都问成了死罪，关进了大牢。张晋回到牢房。 觉得自己受了冤枉，非常不甘心，便许诺给潘守二十两银子，让他帮忙，能跟潘守儿见上一面。看守答应了，就把张进带到了女牢。张进一见潘守就指责他诬陷自己，害了自己，吃上官司，还要赔上一条性命。潘守儿隐瞒张进狼心狗肺，杀害了自己的父母。张健听了，破口大骂，怒斥道：“你诬陷我与你相会！” 杀害了你的父母，你可有什么证据吗？”潘寿儿说道，“你的右腰上面有一个铜钱大小的猴子，一验便知。看你再如何狡辩。”张进听罢，再也顾不上斯文和脸面，一把脱下自己的衣服，对潘寿儿说道：“你可看仔细了，我的身上哪有什么铜钱大的猴子？”潘寿儿仔细一看，果然发现，在他的身上光滑如玉，哪有什么猴子和太极 一时茫然无措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杭州太守闻讯后，又将张晋和潘寿儿带上了公堂，重新审问。可是两人却依然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。突然，太守的心中一动，命人将陆婆带了上来，问他道：“你帮张晋和潘寿儿牵线拉桥，可曾将这件事告诉过其他人？”陆婆迟迟无无，迟迟不肯回答。太守大怒，呵斥道。 以这刁妇坐下来，这等恶事害了两条人命，再不如实招揽，休怪本官无情。陆伯吓得面如土色，只好如实招认，说自己曾经把这个事情告诉给了自己的儿子陆六郎。太守立刻派人将陆六郎拘来了公堂，剥掉他的衣服，发现他的右腰上果然有一块铜钱大的猴子。太守恍然大悟，喝令对他施以重刑。陆六郎受刑。 不过不敢再隐瞒，就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原来那天陆父离开潘家后，立即前去找张晋，谁知他刚好不在家，陆婆只好先回到了家里，正遇上等屠夫的儿子陆六郎在家，问他去了哪里，陆婆一时嘴快，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。儿子当时也没有说什么，却偷偷的将那只绣鞋偷走了。 陆婆知道这是儿子所为，却又不敢去问，只好前去告诉张健，说潘用管的太严，没有办法与潘寿儿相约，便退还了他给的十两银子。当天晚上，陆六郎揣着绣鞋，趁着夜黑无人，来到了石棺子向潘家楼下，咳嗽了一声，楼上立刻便垂下了一条长布，他便顺着爬了上去，与潘寿儿相会，一直持续了半年之久。 谁知道了？近半个月，无论陆六郎如何在楼下咳嗽为好，楼上却毫无动静，让他有些不明所以。这天晚上，陆六郎在外喝的醉醺醺的，又来到了这里。见楼上仍无动静，便一时兴起，自己搬了梯子爬上了二楼，钻进了房间，却在黑暗中摸到了床上正躺着一对男女。陆六郎见状大怒，认为潘寿儿这个女人水性养花。 一时气急，摸出随身携带的杀猪刀，对准床上的两人，将他们杀死，然后迅速的逃离了潘家。至此，这件奇案终于真相大白。太守用喝令将陆六郎痛打了五十大板，定成了死罪，罪打入了死牢。张晋因为勾胆成性，行为不正，被打了三十大板后当场释放。潘守虽然无罪。 却因私会晴朗，遭到了太守的责持，回到家后，他想被无赖陆六郎骗奸，父母也因此而死，一时想不开，觉得已经没有脸面再继续活下去，便上吊罪而亡了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孝感县有个姓徐的书生，快三十岁了，还没娶到老婆。至于原因，无外乎二点：一是家里没钱，二是眼光太高。一日家中无米。 徐生奉老母亲之命前往城西舅舅家借钱买米度日，过一阁楼跟前时，忽然被人泼了一盆冷水。当时天气寒冷，徐生头顶全被打湿，心中自然十分窝火，举头就要大骂。忽然发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手拿一个浇花之壶，正一脸歉意地站在窗口处向下眺望。原来此女浇花时走了神。 不小心将一壶冷水全部倒下了楼，那冷水不偏不倚，正好将徐生淋了个通透。徐生见此女美貌非凡，心中怒意顿消。那娇花之女被徐生一直盯着看，终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慢慢的引入了阁楼之中。徐生对其恋恋不忘，以至于从舅舅家归来后，他又特意在阁楼下驻足良久。不曾想，没过多久。 一根白色的手帕竟飘飘扬扬从二楼窗口处坠落，徐生顿时欣喜，急忙上前将其拾起，拿到鼻子跟前嗅了嗅，芳香扑鼻。再仔细一看，上面居然绣了两只戏水的鸳鸯。徐生心下就寻思开来：这根手帕应该是那位小姐的吧？她会不会对我有意，特意扔下这根手帕，让我暗中跟她相会？有了这个猜想之后。 徐生迅速回到家中，将借来的钱交给母亲拿去买米之后，他连饭也顾不得吃，就跑到阁楼下等候了。他知道用不了多久，那个美貌的女子一定会再次站在窗口处往下眺望、啊，到时候他就可以借拾得的那根手帕跟她搭讪相识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没过多久，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果然站到了窗口，她肯定早就看见徐生了。 因此，趁楼下没人注意的时候，他还特意笑吟吟的向徐生挥手致意。徐生顿觉有戏，膝下更加欢喜，于是不住打手势暗表爱意。楼上的女子显然也是倾慕徐生的，频频做动作回应。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大街小巷里也渐渐没了行人。这个时候，徐生依然还没有回家的意思。阁楼上的女子抓住这个机会。 从窗口处放下一根长绳，示意徐生借助此绳上楼与他相会。徐生没想到还有这等好事，慌忙抓了绳子上到二楼。到了楼上，二人互道姓名，徐生才知对方叫萧圆圆，年方二爸待字闺中。二人互诉衷肠后，迫不及待地滚在了一起，也为都是第一次，所以整整缠绵了三个时辰，这才黯然分开。 从此之后，只要夜幕降临，徐生便借助萧氏扔下的绳索上到阁楼与她缠绵一番。如此的过了一个多月，一天晚上，萧媛媛依偎在徐生怀里，含情脉脉地问他是否有娶她的打算。如果要娶她为妻，希望尽快差媒人来家中说媒。徐生囊中羞涩，而萧家是大户人家，他根本不敢高攀这门亲事。但他深爱萧氏。 不得不厚着脸皮找了个媒婆，请他上门帮忙提亲。肖氏父亲看到徐生长得一表人才，且是谈吐不凡，倒挺为满意。但当他辗转打听，听到这小子家里穷得快捷，不开锅盖时，立马就拒绝了这桩婚事。在被拒绝的当天，徐生心中有计，当晚破例没有前往肖家与肖圆圆相会。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。 肖某见女儿久不前来，便前往其所住的阁楼查看。这一看，才发现爱女已经衣不蔽体，惨死床上不说，房中还被翻得乱七八糟的，所有值钱的东西均不见了踪影。看到这幕情景，肖某立马意识到家中糟了的，于是哭天喊地的叫开了，叫声很快惊动了仆人和肖老头。肖老头得知爱女惨死后， 也是一阵捶胸顿足的嚎啕大哭，邻居听得叫声，纷纷跑来看热闹。这是好事的左邻王婆就对肖老头说道：“每天清晨我起床做早饭的时候，经常看到一个年轻后生，曾顺着一根绳子从你女儿闺房爬下来。那后生我认得，就是住在这附近的一个姓徐的穷书生。昨夜会不会是他与你女儿相会时发生了什么不快？” 然后一气之下将他给加害了。那厮肯定是恨我不把圆圆嫁给的，所以生了报复之心，将圆圆害死了。肖老头一阵大哭后，立即找人写了状纸，去县衙里报了官。时任孝感县令的是万历八年进士张纯，他接了状纸后，便亲自带着一帮衙役到案发现场验的事。经过仔细勘查，张纯发现死者生前似乎做过剧烈挣扎。 也为他指甲盖里还有不少血迹，凶手在死者脖子前留下了一道明显的勒痕。闺房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均被洗劫一空，说明凶手不仅劫了色，还劫了财，实在是万恶之极。在肖老手头所写的状纸中，他将徐生写成了杀人凶手，理由很简单：他常常跑到阁楼上来与女儿私会，昨天特意来家中提亲。 而自己拒绝了他，出于愤恨，他将爱女杀死，随后劫走钱财。在萧氏闺房的门角后，张纯还发现了一根三米多长的绳索，想必平日里徐生就是借助这根长绳爬上阁楼来的吧？种种迹象表明，徐生具有重大嫌疑。张纯立即差人将徐生拒到县衙问话。徐生听闻萧氏遇害之后，心中万念俱灰。 不过他明确表示自己可以为萧氏赴死，但人却不是他杀的，他不能背这个黑锅。那么我问你，昨夜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到阁楼与萧媛媛赴会呢？张纯盯着徐生的一举一动，冷声询问道。徐生一脸认真的回答：“昨日我去萧家提亲，可是远媛父亲嫌弃我家太穷，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。我一时气急。” 就到城西好友李亮家中喝酒去了，一直喝到此时，我喝得酩酊大醉，无法回家，只得在李亮家中住了一晚。这一点，他和他老婆李氏都可以作证。张纯立刻命人找来李亮及其妻李氏问话，二人信誓旦旦保证确有此事。张县令就此排除了徐生怀疑。那么凶手到底是谁呢？张县令认为。 凶手肯定知道徐生每夜和肖氏相会的事情，他才会有机会抓住肖氏扔下的绳索，冒充徐生上到阁楼作案。于是又问徐生：“你每晚上楼的时候，可曾被人看见？有没有被人看见？”我不知道，我只记得每次我上楼的时候，都能在那条街上听到木鱼的敲击声。”徐生老老实实回答。张纯听此一说，立马想到了庙里的和尚。 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经常敲击木椅，平常人家哪会鼓捣这玩意儿？不过孝感城中晚上怎么会有和尚活动呢？为了解开这个谜团，张纯又找到了附近的打更人，向他询问消息。那打更人说道：“大人，最近一个月时间，有个外来的和尚经常在这一带行乞，到了晚上他就会敲击木鱼。原来是个游僧，莫非是他做的？”有了这个猜想之后。 张纯立即找来几名捕快，让打更人带着他们四处寻找那游僧的下落。然而，众人在城中寻了三天三夜，也没将其找到，只得狼狈不堪回到县衙向张纯报告了这个不好的消息。坏了！张纯一敲脑袋，立马意识到那个游僧作案之后，很可能在第二天天早上就带着赃物出城了。为此，他向守城门的士兵询问。 果然得知三天之前的陈氏有个外来的和尚，一大早就背着个包袱出了城门。这个贱人既然还劫了财，肯定就不会跑到深山里藏起来，必然逃到临县去消遣了。有了这个猜想之后，张纯又差了十余名捕快去临县寻人。果然没要到两日，众捕快便拘了个游僧回来，让打更人一辨认。 正是经常在萧家附近活动的那个游僧明修。明修本来还想狡辩没有杀人的，可当捕快从他包袱中搜出不少女士，让萧家人辨认，认出那正是萧圆圆之物时，这次不得不招供呢。原来当夜，萧圆圆以为徐生又会准时前来赴约，便将绳子早早放下。明修见徐生未在往日那个时间先点到来。 估摸着这小子这也不会来了，于是他顺着绳子爬上阁楼。本来他只想向萧元元讨点钱财的，但是这个萧元元长得太漂亮了，明修一时间动了色心，便上前强行搂抱，要与他行继父至亲。萧元元发现来人不是徐生后，自然不干，于是大声呼叫。明修怕叫声引来众人，慌忙中掐住了萧元元的脖子。 不曾想用力过猛，直接将他掐死了。明秋暗骂一声“晦气”后，慌忙找了些值钱的东西准备下楼。临走之前，他又起了色心，于是将萧媛媛的尸体侮辱一番后，这才满意离去。到了第二日清晨，趁着众人还没发现尸体时，他早早的出了城，去临县行去了。不料精明的张纯却派出人马，很快将他抓获了。 这还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啊！最终由僧明修被斩首示众，徐生无罪释放，也未感念萧圆圆之情。他在三十岁时依然没有婚娶，直到后来考取进士，当了县令，在州官的撮合下，他才勉强娶了个姓霍的女子作为小妾。至于正妻的地位，就一直留给消失了。萧老头在得知这件事情后。 心中十分后悔，当初真不该狗眼看人低啊，不然的话，爱女也不会因此丢了小命啊。民间故事叫人向善，劝人学好。喜欢听我讲故事的朋友，可以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哦。闲言少叙，咱们故事接着讲。明朝万历年间，山东省武城县郊有一个叫住官屯的村子，村中有一英俊男子，名叫陈立鹤。陈立和原名陈克。 少年时便以长的俊美过人，他站立和尚氏合，众鱼儿目睹其俊美，竟忘记了游动。士绅见状，美其名曰“立和陈宇”，陈科由此改名为陈立和。其名字由来，传为佳话。陈立和俊美，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家中有五十多岁的老母和十四岁的妹妹。陈立和没有条件读书考功名，乡里人见美玉不得其所。 深深为他感到叹息。若他能考取功名，被皇帝点为驸马，也是有可能的。陈立和有过人的容貌，却没有那个平步青云的命。他整日耕作在田间地头，农作物丰收时便挑去集镇上卖。在外人眼里，他是一个英俊的农夫。转眼到了而立之年，陈立和家的大门塞满了进进出出的媒人，有官宦人家的小姐。 也有经商买卖人家的千金，也有读书识字、开馆教书的先生女儿。这些人人家的女子都谋其俊美前来提亲，主动上门提亲的人家家境都相当好。每一户人家的女儿也都不错，但陈立鹤都拒绝了这些媒人，因为在他的心中早有了人。陈立和喜欢的人在村南，他的名字叫孙淑姬。孙淑姬也是一个平民之家的女儿。 她性格温柔贤惠，长得貌美如花，与陈立和很般配。家中人原本以为女儿能嫁个好人家，享尽荣华富贵，但最后发现她却爱上了陈立和，两家人都为此发愁，但奈何二人早已经彼此倾心。孙淑姬几次上吊自杀，家人不敢再继续阻拦的，只得答应她嫁给陈立。后孙淑姬与陈立和成亲之后。 乡里人都羡慕不已，二人皆是本地的俊男靓女。两家的家境虽然不好，但好在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夫妻二人夫唱妇随，耕作在田间地头，早晚服侍年迈婆婆和照顾小姑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虽贫穷而令人称羡不已。万历二十年（一五九二年）。 日本丰臣秀吉命令加藤清正、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，又渡临金江进敌王京。朝鲜守军兵败如山的起，源，明军出兵救援。万历皇帝下令征召士兵入朝作战。随着第一次战役的失败，明军再度征召士兵入朝。此时，在北方又爆发了宁夏之役，朝廷四处调兵遣将，常年累月作战。 兵员渐渐紧张，于是便向民间大力征召士兵。这一系列的战争史称“万历三大征”。陈立和与孙书基成亲不到半年，官府便将陈立和强制拉去当兵、丁打仗。当时原本是三丁出役，一户人家三个男子必须出一个人去打仗。地方官府为早日完成征召任务，几乎不执行“三丁抽一”的规定。 直接挨家挨户拉壮丁，陈立和被拉去当兵打仗，死去必是九死一生。家中妻子老母万分不舍，但奈何身不由己，草民之命如草芥。陈立和被拉走的那天，孙书记告诉他，他一定要活着回来。夫妻二人抱头痛哭，最后不得不分离。陈立鹤被抓走后，家中的顶梁柱没有了，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。 孙书姬与妹妹陈圆圆二人主动担起了家中的担子。两个年轻的女人要耕地播种，又要织布养猪，男人们做的事情都落到了他们身上。在村子里，每家每户几乎都是如此。时局不好，这又能有什么办？他们一年又一年过去，陈立和起初还能隔三差五写信回来。孙书姬从信中得知，他们已经到了辽东前线。 有一次，他们还进了王京，但是后来便没有了音讯，也不见陈立和有家信写来。陈立和生死不明，有人传言说他在撤退时死在了辽东，却不见官府通报。孙书记心如刀绞一般，但还是静静等待着，希望奇迹会发生。几年时间过去，小姑子陈圆圆长成了一个大姑娘。陈立和之母家儿媳妇尽心尽力为这个家操劳。 原本貌美如花的脸上渐渐起了皱纹，青丝也渐渐有了白头发。尤其是每到秋季来临，当一队队的返乡兵丁回来时，孙书记站在村口发呆的样子，陈丽和之母非常痛心。陈丽和之母告诉孙书记，陈丽和可能回不来了。孙书记还年轻，人生的还有很长，陈家不该束缚他一辈子，他应该早点寻个好人家家了。 陈丽和他日若能回来，也绝对不会怪罪他的。孙淑姬见婆婆流着泪恳求自己改嫁，她却坚定了决心，要等着陈丽和回来。她说：“她已经是陈家的人，陈丽和走前把婆婆和小姑子托付给的，她，一定不会让她失望。她一定会等他回来。”孙淑姬的话刺痛了婆婆的心，婆婆被这个孝顺懂事的儿媳妇所感动。 小姑子陈圆圆也当即表示终生不嫁，要永远和母亲、嫂子过一辈子。孙书记听了小姑子的话，觉得又心酸又感动，但还是忍不住笑着对她说：“傻瓜，你还年轻，早晚给你找个好人家。”时光飞逝，转眼又过了二年，婆婆由于过度思念儿子，又加上身身体不好，于是长辞。婆婆死后。 姑嫂二人将他安葬在了村外最高的一处土山包上，那样陈立和一旦回家，他便能第一时间看到他们。婆婆去世之后，家中只剩下了孙书记和陈媛媛，姑嫂二人相依为命。小姑子年轻貌美，孙书记多子，劝他答应上门提亲的人家，结果小姑子就是不答应。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孙书记于是打算给小姑子招婿上门。 最后选了邻村的一户李姓人家，准备来年成婚。万历二十六年秋（一五九八年），一位邻居早早起床挑水，发现陈家大门虚掩，好像一整夜都没关门的样子。陈家姑嫂二人相依为命，一向谨慎小心，为何会一整夜不关门呢？邻居心生好奇，放下水桶进了陈家去看个究竟。当邻居走进里屋时， 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，在内室的地上，陈家姑嫂二人倒在血泊之中，一把锋利的匕首插在小姑子陈圆圆胸口，鲜血染红了她胸前的衣服，地上的血液已经发黑凝固。嫂子孙叔击倒在一边，脖子被利刃切断气管，早已经气绝身亡。姑嫂二人死在家中，而且死相如此凄惨，邻居见到这一幕，吓得脸色发白。 浑身颤抖，赶紧跑出门去，大喊出人命来。邻居们听到喊叫之声，纷纷前来查看，见到姑嫂二人惨状，无不纷纷落泪，感叹命运之无常，好人之短命。邻居和李正去县衙报官，县令陆城里来到现场，查验了姑嫂二人的尸体，又传讯了邻居数人后，依据姑嫂二人相依为命，日子艰苦难熬。 便自行了断，此为由，草草结案。邻居们对陆县令这样判决表示不满。姑嫂二人很明显是被人所杀，陆县令完全是在敷衍了事。当时陆县令已经接到调任公函，因此对姑嫂被杀一事不想再管。于是他大笔一挥，将此案了结，自己收拾行李赴任去了。邻居们见县令不作为，也没有任何办法。 只得将姑嫂二人的遗体装殓后，抬到村子西北角的一块麦地里合葬在一起，并垒起了一个坟包。这个坟包人们称之为姑嫂坟。三个月后，新科进士高复兴调任武城县令，衙役们抬着轿子来到城郊，路过了姑嫂坟。高县令将轿练拉紧，看着外面的一草一木，突然一阵怪风吹来，吹翻了高大人的嗓子。 衙役立刻将此事报告给高县令。高县令让停下，叫来看个究竟。高县令走出轿子，发现怪风卷着伞盖吹到姑嫂坟上，随后伞盖铺在了坟墓上，像一个花圈一般。高县令走近一瞧，墓碑之上写着“姑嫂坟”三个字。高县令惊讶不已，世上竟有姑嫂合葬的怪事。怪风卷走伞盖，落在坟墓之上，莫不是有什么暗示？ 高县令心中暗存，伞盖落入姑嫂坟，此中必然有冤情。高县令返回县衙之后，立刻找来前任县令判决的案子，又找来陈家的邻居询问。结果不出所料，这姑嫂坟的确有故事。高县令看了卷宗之后，又听了邻居们的描述，更加确定此案是一桩冤案。陈家姑嫂定然是被人所害。为搞清案件真相。 高县令决定开棺验尸。开棺当日，周围百姓纷纷,纷前来围观。衙役们将姑嫂坟挖开之后，打开棺材时，发现姑姑嫂二人虽然已经下葬三个多月，二人尸体竟然没有腐烂。姑嫂二人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姑嫂二人死不瞑目，这让高县令更加觉得此案可疑。在检查孙书记的尸体时， 五座李山羊从他的嘴巴里取出了一块人的舌头，李山羊把舌头交给高县令，高县令顿时明白了过来，于是便叫来捕头王忠，对他耳语了一番。王忠听了之后连连点头，带着几个人迅速离去。高县令把伞袋捡起，盖在姑嫂二人尸体之上，告诉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死查清真相，学习冤屈。随后。 高县令让人把坟墓重新葬回去。第三天清晨，捕头王忠抓来了一个和尚。高县令当即升堂审案。王忠把那块舌头与和尚进行比对，发现舌头就是和尚的。又比对了当初命案现场留下下的脚印，也与和尚的一致。在铁的证据面前，和尚无法辩驳，只得承认了杀人罪行。和尚叫长志 乃隔壁村一个小庙中的住址。有一次，和尚长治来村中化缘时，见到了貌美如画、心地善良的孙书记。孙书记给了和尚长着不少斋饭，并让他进家门坐着吃饭。和尚长治进了陈家的门，一边吃饭一边观察，他发现陈家姑嫂二人长得都很美，而且家中并无男子，只有两个女儿相依为命。和尚长治于是便起了歹意。 准备谋害姑嫂二人。一天夜里，和尚长治乔装打扮一番后，从围墙下的狗洞钻进了陈家。姑嫂二人白天在地里收了很多粮食，早已经劳累的沉沉睡去，丝毫没有察觉到和尚潜入了家中。和尚长治自以为的计很快快就摸到了孙书记的房间中来。和尚长治进入孙书记的房中，伸舌头去亲吻孙书记。 孙书基突然醒来，一下子咬住了和尚长治的舌头，再一用力，将他的舌头咬断了半截。和尚长治舌头被咬断，满嘴是血，剧痛让他发了疯一般乱叫。孙书基趁机起身下床，往门外跑去。和尚长治暴怒之下追过去，一刀切断了孙书基的咽喉。孙书基当场倒地身亡。孙书基死后，和尚长治不甘心就此罢手。 于是便跑去隔壁房间，想要糟蹋小姑子陈圆圆。陈圆圆奋起反抗，和尚常志见好事难成，于是便逃出了陈家。和尚常志逃走之后，小姑子陈圆圆想起了孙书记，于是赶紧跑到孙书记的房中找他，结果却发现孙书记已死，一把锋利的匕首丢在一边。陈圆圆见嫂子死去。 心灰意冷之下，捡起匕首刺入了自己的胸膛，死在了孙书记的身边。案情真相大白，和尚长治罪大恶极，被判斩首示众。高县令感念孙书机与陈圆圆的姑嫂之情，将他们二人申请嘉奖为贞洁烈女。姑嫂二人的冤屈得一系仇人也已经伏法。对于前任县令陆城里的草率，高县令弹劾之后被革职查办。 高县令还专门找人去查陈立和的下落，结果也是没有结果。四百多年过去了，姑嫂的事迹还在当地流传，姑嫂坟还立在村子的麦地里头，每年都会有很多人给姑嫂坟上香，给姑嫂坟送去石碑。姑嫂坟已经成了村子文化的一部分，记录着四百年前那一对命苦却坚贞的的姑嫂情谊。今天再去祝官屯。 你还能看到姑嫂坟。自此，明代姑嫂坟奇案宣告结案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。如果您喜欢听我讲的故事，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长按点赞支持一下。我明代天顺年间，明英宗朱祁镇的年号，公元一四五七年到一四六四年，有一个人姓王，本来是临安卫的指挥，因为工作不到位，被别人弹劾。 调到河南南阳卫做了千户，王千户老婆姓周，跟他生了两个女儿，长女叫王娇鸾，小女叫王娇凤。娇凤已经嫁人，娇鸾还没有。于是他一路跟随父亲到南阳，娇鸾自幼读书，精通经史。王千户文书类工作都是他来代笔，所以对这个女儿很疼爱。娇鸾身边有个随从，准确来，他说是他母亲的妹妹及姨母。 姨母夫君姓曹，婚后不久就去世了。又穷又寡的姨母就到了姐姐家生活。焦鸾称，她曹姨到了南阳后，一日是清明节。古代清明女子可以荡秋千，这是个习俗。焦鸾和曹姨带着婢女在后园荡秋千玩，嬉戏耍乐。忽然有男人的声音传来，焦鸾回头一看，发现有个美少年在偷看，嘴里连说羡慕。 娇兰等人连忙去屋里了，手帕丢在了地上。那美少年看到了，翻墙把手帕捡去了。不一会儿，有个婢女来找手帕，美少年笑着说：“在我手里呢，不用找了。”婢女问他要，他却不给，还问是谁的手帕。婢女告诉他是主人的爱女阮姐的手帕。少年马上说：“如果他亲自来，我就双手奉还。”婢女问他家庭情况。 原来少年叫周廷章，苏州吴江人，父亲是本地私教，就住在隔壁。少年还说早就听说焦鸾精通诗书，自己写了一首小诗，希望他看看，然后再把手帕还给他。少年拿出桃花笺，上面写着诗。婢女拿到后送给焦郎看，焦郎开间发现是一首江思诗：“怕出家人分外相，天公教父有情郎。殷勤寄取相思句。” 一座红丝入洞房，于是他也写了一首《妾身一点与无瑕》，产自侯门将相家。镜里有青铜对月，闲中无事独看画。碧梧只许来齐凤，翠竹那融入老鸦。寄语一箱孤另可，莫将心事乱如麻。一来二往，两人虽未见面，但是已经很熟悉了。很快端午节到了，王家在园中摆宴，一家人共度佳节。周廷章听到后。 恨不得坐到王家鸾身边，于是他又写了一首诗，让婢女拿给娇鸾。娇鸾看的时候，不巧被曹毅看到了。娇鸾于是告诉了他。曹毅说：“周生乃江南之秀，与你门当户对，为什么不让他来提亲，成就你们的姻缘呢？”王娇鸾也不含羞，点头称是，然后写了一首诗，末尾两句是：“多情国有相联意，好倩丁人片语传。” 定人就是媒人，这意思很明显，让周廷章来提亲。周廷章没有直接跟父亲说，找了媒人，让媒人委托复命前来提亲。王千户对周廷章也很满意，只是他不希望女儿远嫁，所以还在犹豫。此时周廷章等不及了，他谎称自家屋子太小，要到王千户家后院学习，而且他和王千户妻子性周氏同姓，拜周氏为姑姑。 王千户本来就觉得周廷章不错，又喜欢他这么奉承，于是答应了，而且还包吃。于是周廷章和焦鸾也就成了兄妹。后来曹一寺底下自封盟主，让周廷章和焦鸾对着自己发誓，两人就此私定终身。从此两人和真正的夫妻没有任何区别。半年后，周廷章父亲升官走了，他托病留下。又过了半年。 其父因病回老家，周廷章就想回去看望，但又舍不得娇鸾。娇鸾发觉后劝他：“你练着，我不去看父亲，不但失了君子之道，而且连累我失了父道。”曹姨也劝周廷章早日回去，最好让他父亲赶紧定了这门婚事。总这样也不是办法。周廷章同意跟王千户道别。王娇鸾送别时，和周廷章再次起誓要矢志不渝。 还问了他家具体地址，以便于通信。回到家后，周夫妇已经给他定了婚姻。周廷章一开始不愿意，得知对方是美人后，他顿时忘了王娇鸾以及誓言。很快，他和美人完婚了，两人关系不错。周廷章夜夜笙歌，王娇鸾早已被抛出脑后。再说，娇鸾很久没有收到周廷章消息，相思成疾。 他多次寄信给周廷章，但是一直没有回音。王千户不知道女儿跟周廷章已经私定终身，还一直张罗着给他找个婆家，但焦鸾拒绝了。于是焦鸾找了父亲手下一个小族孙九，给了他很多钱，让他带一封书信到吴江给周廷章。书信中有一首诗，大意就是回忆两人之前的美好、山盟海誓，以及问周廷章怎么不回来。 还有自己的思念，曹姨也写了一封信，说自己外甥女对周廷章很思念，希望他尽快回话。孙九到了吴江后，打探清楚周廷章的家，也知道他已经娶了老婆。他找个机会看到周廷章单独外出时，把书信交给他。周廷章看完后一句话也不说，回家把昔日的手帕以及他和娇鸾的誓言书都给了孙九。 还让他传话叫焦鸾不要想他了。这么说，摆明了就是抛弃焦鸾了。孙九是吴江德胜，居于延陵乔家，之生再娶乃后灭，方知其情。生意欲不达，入而复出，以昔日罗帕并是书风还，使鸾勿念。孙九愤然而去。逢人素指顾生薄姓之名，颇于无下。孙九虽然只是小卒，但是颇有情义。 他看不惯周廷章如此无耻，于是愤然离去。见到人就说周廷章是个负心汉。很快，周廷章的名声在当地臭了。回来之后，孙九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焦鸾。王焦鸾并不死心，写了三十六首绝命诗，还写下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，以及两人在一起和离别后的许多事情。他希望周廷章回心转意，言辞恳切。 并希望孙九把这些带给周廷章看。孙九不愿意再去见周廷章，直接拒绝了。焦鸾绝望了，他想自杀，只是他又抱着一丝希望，又怕父亲母亲伤心，所以还没狠下心来。没几天，王千户有公文需要投到吴江县。焦鸾得知后，瞒着父亲，把他之前和周廷章的诗词，以及他后来写的绝命诗。 《长恨歌》包括两人山盟海誓的婚书等，全部放在公文中送到了吴江县。当天晚上，焦鸾取出当日的手帕，自缢身亡。很快，公文到达吴江，吴江的县令看到了这些诗词，大为吃惊。他赶紧找到上司，说明了这件事。上司看到诗词《绝命诗》以及婚书后，既叹息焦鸾才华和痴情，又痛恨周婷、张伯清父亲。 他想惩罚周廷章，但又不方便。上司后来想了个办法，他派人秘密调查周廷章和焦卵的事，得知属实后，他又让人用鞭子把周廷章活活打死了。负心汉被人活活打死，当地百姓听说后，无不拍手称快。清朝嘉庆年间，浙江省黄岩县,县县令尹英图接到乡民张九元报案，张称其子昨夜新婚。 却被人无故杀害在柴房之中，无端厄运降临张家。张九渊恳请知县大人明查案情，以减负凶徒，为他被害的儿子报仇。尹县令接到报案，立刻带着仵作赶往张家核验。按照大清律例，刑律断狱检验尸伤不已时，规定凡命案主事者严当不查，借故推脱不办。张六是大清律例说得很清楚，如果发生命案。 县令或者负责刑狱的主要官员不及时赶去现场勘验，要被杖责六十大板。此举只为约束官员爱民勤政。若有不作为者，就以此严惩。引县另一行驱马来到张家，张家在城外一处风景秀丽的小山村，从远处看去像一处世外桃源，却不曾像发生了凶杀案件。张九渊的家是一座普通的瓦房。 两扇木门上贴着大红的席子，张家的三家瓦房崭新明亮，还有三家茅草房，相对老旧灰暗，用来饲养牲口和堆放柴禾。张家的院子没有砌围墙，只是用刀砍了一些竹木做成篱笆，围成一圈。由于篱笆被雨水淋坏，家中饲养的猫狗从篱笆的破洞里来回出入，篱笆形同虚设。尹县令跟着张九渊走过篱笆。 进入了张家的后院，后院靠近篱笆，用树枝搭起了一间小茅房，茅房之上用茅草覆盖。这种简易的茅厕在乡下随随处可见，并没有什么稀奇的。茅房里面有个粪坑，下面是一间猪圈。茅房里并未发现血迹，却在外面的柴草堆上发现了一些血迹。张九渊儿子的尸体藏在柴草堆里，外面只露出了一双脚。 尹县令让人把柴草扒开，让仵作仔细查验尸体。仵作查验后发现，张九渊之子身上有三处刀痕，致命伤在心窝处，显然是被人一刀刺中了心脏。尹县令让张九渊找人把儿子的尸体收敛，立刻审理这起案子。尹县令问张九渊案发经过如何，张九渊拭去泪水，忍住悲痛，说出了事情的经过。 昨天，张九渊为儿子张明举办婚礼，娶的是邻村一个商人的女儿曹氏。昨天是大婚的日子，亲朋好友们都来祝贺，家里操办了六桌饭菜款待亲朋好友。晚饭过后，亲戚们一直闲聊到天黑才离去。张明和妻子曹氏早早安歇下来，张九渊夫妻忙前忙后，一整天也疲乏得很。于是，在送走了亲戚们后。 也关门睡觉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婆婆早早起床做好饭，并上楼叫儿子儿媳妇起床吃饭。按照古代传统婚俗，新娘子过门之后，三日之内不能烧火做饭，烧火做饭由婆婆承担，并请儿子儿媳吃饭。婆婆在门外叫了半天，仅有儿媳曹氏从房里出来。婆婆忙问张明为何不在房中，曹氏回答。 张明天还没亮就起床出门了，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张九渊夫妇和儿媳妇都以为张明出门办事去了，所以也没有太在意。中午时分，儿媳曹氏去柴房搬柴给婆婆煮饭，来到茅房附近时，发现丈夫张敏停的脚露在柴草堆外。曹氏见状吓得惊叫起来，张九渊夫妇赶来一看，确定儿子已经死了。 夫妇二人不敢移动尸体，于是立刻叫来的宝和邻居地宝和邻居看住现场。张九渊去县衙报案，这就是此案的经过。张九渊夫妇痛失爱子，心中如刀绞一般痛苦。县令尹英图听了张九渊的陈述，当即怀疑儿媳妇曹氏也为。当夜只有曹氏与张明在一起，他又是最后见到张明的人，而且尸体也是他第一个发现的。 尹县令当即审问曹氏，曹氏才有十五六岁，而且新婚第一天丈夫就死了，曹氏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县令的问话吓得她瑟瑟发抖。面对尹英图大人的审问，曹氏只得实话实说。当天晚上，曹氏夫妇进入洞房后，曹氏坐在床上等待着新郎来给自己揭红盖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新郎总是来回踱步。 似乎心里很紧张。曹氏作为新娘，在丈夫给自己揭开红盖头时是不能说话的，因此只能静静等待。过了片刻之后，听到新郎说他去上一趟厕所便回来。说完之后就关门走了出去。曹氏不敢自己揭开红盖头，只能在房间里继续等待。大约一个时辰过去，新郎终于从外面回来了。新郎先是把房内的两只大花烛吹灭。 然后才走到床前，给曹氏揭开红盖头。新郎吹灭蜡烛之后，曹氏并未看清楚他的模样，随后便放下床上安歇睡觉。天还未亮，新郎却突然早早起床了。曹氏心里觉得奇怪，按理说一般人成亲第二天再怎么忙，也不会天不见亮就起床，这不符合常理和不符合礼数。新郎起床出门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他回来。 婆婆做好饭来教室，新郎也未见踪影。直到她去柴房搬柴禾时，发现了丈夫的尸体。古时候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新郎新娘成亲前基本上是不认识的。曹氏与新郎相处了一晚，却并未看清他的样子。尹县令又问曹氏：“昨夜新郎是否与他说过话？都说了些什么内容？”曹氏说：“新郎问了他一些事情。” 主要是问他有多少陪嫁金银都放在了什么地方，这些问题，曹氏见新郎这样问，自己把实情都一一告诉了新郎。天还没亮时，新郎就说他习惯了早起，让曹氏继续睡觉，不要起来。中午时分，当曹氏去柴房搬柴和发现丈夫的尸体时，连忙去查看收藏金银的箱子，却发现箱子早已空空如也。 陪嫁的金银不知去了何处。尹县令又问：“昨夜那人是否有什么特征？”曹氏说：“昨夜那人的右手是六指。”殷县令问张九渊夫妇：“其子张明是否为六指？”张九渊夫妇说：“不是。”殷县令问到这里，大体上明白了此案的一些细节。昨夜那个新郎根本就不是张明，新郎应该是去茅房时被凶手杀害。 凶手用柴禾将他的尸体盖住，然后悄悄返回新房里，欺骗曹氏陪了他一夜，又骗走了曹氏陪嫁的金银。此人骗得钱财之后，趁天还没亮就逃出了张家。这个人虽然故意隐藏身份，但他的右手是六指，这是他最大的特征，也是破解此案的关键线索。顺藤摸瓜才能找到罪魁元凶。尹县令找来保长。 让他一一排查本地有六不止的年轻男子，保长很快查到一个年轻的无赖马武。马武好吃懒做，在村里游手好闲，且喜欢招惹是非。此人行为不检，村民们都不喜欢的。马武很快被衙役们不来，一到大堂，他就跪在地上大呼冤枉。尹县令见马武不肯说实话，于是便让衙役们拷打马武。马武被打得皮开肉绽。 好几次都昏死过去，马武忍受不住拷打，最终招供画押。马武招供杀人劫财，却始终说不出所骗的金银藏在了何处。尹县令把结案陈词报了上去，上峰很快核准了案情，并将马武定为斩立军。几天之后，马武被押到菜市口砍了头。马武在菜市口被公开斩首，曹氏被羞辱欺骗的事情尽人皆知。 曹氏羞愧难当，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脸面活在世上，于是便上吊自杀了。张九渊夫妇只有张明一个儿子，老两口辛苦一辈子攒下这点家业，就想指望着儿子娶妻生子，延续香火。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儿媳妇又上吊，自己老俩口诀的日子已经没有奔头，于是也双双在家里上吊身亡了，一桩凶案。 接连五个人送了命，尹县令让地保将张九渊夫妇和儿媳妇收买，张家家产由族人自行处理。尹县令迅速破案，深得上司嘉奖，不久后升官调离了当地。三年之后，黄岩县有一个商人到福建采购茶叶和布匹，在福州一家客栈住宿时遇到了一个同乡，同乡见到商人心中欢喜。 请他在客栈中吃饭喝酒，闲聊些家乡的一文一事。几杯酒下肚之后，那同乡问商人：“当年黄岩有一件凶杀案，暗不知道破案了没有？”商人说：“案子早已经破了，案子是无赖马武做的，他早已经被斩首示众的。”同乡人听了商人的话，脸上掠过一丝喜色，连忙叫客栈老板上一坛子好酒来喝。好酒上了桌子后。 同乡斟了满满一杯酒，递过去给商人喝。商人接过酒杯，一眼瞅到了同乡，原来也是六指。商人见同乡是六指，又向他打探这桩案子，于是疑心他就是当年作恶的凶手，便一个劲的给同乡灌酒，追问他当年那桩案子到底怎么回事。商人给同乡说，案子早已经破了，而且尹县令都升官调走了。 张家夫妇和儿媳都死了，谁还会理会这件事情呢？同乡听了觉得有道理，于是便把当年如何作案的经过详细说给了商人听。商人听了同乡的话，虽然口头答应同将不告诉任何人，但此案关系五条人命，都是这个六指之人造成的。如此大恶之人，若没有受到惩处，良心实在难安。商人于是想方设法把同乡稳住。 悄悄让随从去福州府衙报案。福州知府听到随从报案，而且是关系五条人命的大案，于是赶紧派人将六指之人抓获，又从六指之人家中搜出了还剩下的一些金银首饰。福州知府立刻把案子上报福建巡抚，福建巡抚又上报给了闽浙总督程祖洛，程祖洛让福建巡抚和福州知府会同审理此案。 行文智慧浙江巡抚衙门和黄岩县正堂。经过一番审讯，六指之人不得不交代了案情的真相。原来，六指之人叫黄宇，系村里的一个罐头，经常到黄岩县周边城镇盗窃。那天晚上，黄宇来到张九冤家行窃。他知道张家办喜事，想进来趁机偷点东西捞油水。他潜伏在张家的柴禾堆里。 等待天黑，亲戚们散去之后出来行窃。天黑之后，新郎张明上茅房时，无意中发现了黄宇，二人当场争执起来。黄宇拔出利刃，连刺三刀，杀死了新郎张明。杀死张明后，他脱下张明的隐寻找财物，却没有找到几分银子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他把张明的尸体塞入柴禾堆里，用引裹起胸罩，藏在柴草堆下。 然后潜入新之中，见新娘曹氏尚未揭开盖头，于是便吹灭蜡烛，揭开新娘曹氏的盖头。半夜里又骗得新娘曹氏嫁妆的地点，然后借口清早出门，偷走了首饰，拿起了凶刀和引后离开了张家。黄宇杀人劫财之后，不敢在黄岩县继续待下去，于是带着金银流窜到了福州。在福州的这几年时间里。 他把曹氏的嫁妆卖了，做了一点小生意，不过基本上都赔本了。眼看嫁妆都要卖完了，黄宇有点想回黄岩县去了。黄宇想回黄岩县，却又担心当年的命案还在，于是他便在客栈里找寻黄岩县来的商人，向他们打探消息。黄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确打探到了消息，不过也在酒醉后说漏了嘴。 最终被福州府衙捕获，福州知府将此案审清，上报闽浙总督程祖洛复核。程祖洛又将案卷上报刑部审验，刑部又转递嘉庆皇帝审验。嘉庆皇帝亲自逐条细看了案卷过程，并批示将凶犯黄宇枭首示众。嘉庆皇帝亲自批示案，大清律例刑律审定凶犯黄宇被押赴黄岩县斩首示众。 并张贴布告，邓清此案来龙去脉。前任县令尹英图妄断刑狱，致使错案发生，屈打成招，导致马武被背锅处死。按照清代吏部处分条例，尹英图被革职流放新疆军台效力赎罪。原来负有管理责任的浙江知府告台被降三级留任。按察时，巡抚被降一级留任。对被无故冤杀的马武，虽然其平常行为无赖。 但其家人也得到了一些赔偿。此案真相大白，一桩盗窃杀人案子先后导致六人丧命，当地从巡抚到县令全部被处理一遍。此案因此在当时轰动一时，被称为“嘉庆黄岩奇案”。案子已破，但留给世人的思考却远未结束。糊涂县令尹英，图为贪图升迁名利，将马武屈打成招，在没有起获赃物时就判定马武斩首。 上级官吏也不严谨细查，导致马武被冤枉斩首，也间接导致曹氏上吊，张九元夫妇自杀。黄宇贪财却只杀了一人，因英图错杀一人，却间接害死三人，其罪比黄宇更大。因英图糊涂官办糊涂案，最终自食恶果。无论是当官掌权之人，还是普通百姓，做事都该认真仔细，不要贪图快速。 一个小错误都可能引起连环效应，带来严重后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。如果您喜欢听我讲的故事，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支持一下。清朝道光年间，河南汝南县一个小村子，有一吴姓人家，哥哥吴世良，弟弟吴德荣，兄弟二人介意娶妻。吴世良娶妻刁二姐，刁二姐人如其姓，刁钻泼辣。 为周围一带出名的悍妇，弟弟吴德荣娶妻李氏，性情温和，贤惠善良，村子里的人有口皆碑。吴家兄弟同住一屋老宅子，乃父母生前所留，兄弟二人各分得三间房子，共用一个院子，生活起居倒也宽敞。成家之后，刁二姐和李氏商定，共同轮流打扫院子，扫帚自家准备，簸箕共用一个。 今天该李氏打扫完毕后，簸箕就放在李氏房内，第二天再交给刁二姐打扫，这是妯娌二人约定的条件。久而久之，都形成了习惯。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年）春，弟弟吴德荣出门办事，一连数日未归。重阳节那天，大嫂刁二姐去妹妹家吃酒，家中只有大伯吴世良和弟媳李。是在家这天，正好是李氏扫地。 李氏很快把院子里清扫得干干净净，他准备把簸箕拿到屋里去，又想起明天一早要出门，不如现在就送去大嫂那里。于是李氏没有多想，就把簸箕送了过去。恰好大伯吴世良出门，李氏把簸箕放在大伯家的屋内，便回了自家家里。傍晚时分，刁二姐吃酒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了簸箕放在堂屋里，刁二姐心中一惊。 顿时就觉得很不是滋味。今天轮到弟媳扫地，簸箕应该在她屋里才对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家房里？难道是吴世良拉他进屋顺手带进来的？结果完事之后又忘记带走了。刁二姐是出名的多一黄和悍妇，她越想越不对劲，一股怒火在心中升腾。半夜里，吴世良从外面赌钱回来，刁二姐见吴世良眼神躲闪，似乎…… 有事情瞒着自己，心中愈加肯定丈夫与弟媳有染，于是便指着吴世良的鼻子大骂：“你个不要脸的，竟然背着我做那种勾当！”吴世良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心里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刁二姐见丈夫一脸迷惑，于是便告诉他勾搭弟媳成奸。吴世良一听，心中顿时明白了过来，他以为自己偷着出去赌钱的事情被刁二姐发现了。 原来是另外一件事情，不过这件事情更严重。吴世良对刁二姐怒骂的：“你个泼皮贱妇，尽说些没影的事情！你要是有证据，你就拿出来；如果你凭空捏在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刁二姐见平时对自己唯唯诺,诺诺的丈夫突然硬气起来了，还说要打死自己，心中怒火更加升腾。她拿起簸箕砸向吴世良，对他说：“这就是证据。” 若不是他将李氏拉入房中，这簸箕怎么会在房里？吴世良说：“簸箕在房里说明不了什么，别在家里大吵大闹，不然让邻居听见了笑话。”刁二姐见丈夫口气有些松软，越发觉得事情是真的，于是便过来撕扯吴世良的瘾，抓住他，又哭又闹，用头朝吴世良的胸口猛撞，又在吴世良手臂上咬了两口。 吴世良见妻子如此无理撒泼，再也忍不住动起手来，将刁二姐一通乱打。刁二姐被打，又朝着李氏对门破口大骂。李氏原本已经睡下，听到前院里争吵不休，认为是大伯又去赌钱了，于是起身想去劝劝。结果走到院子里一听，大嫂刁二姐正对他破口大骂，说他与大伯有私情。李氏听到此话，犹如五雷轰顶。 气得浑身发抖，他很想冲进去申辩，但现在二人又暴怒不已，进去之后怕会火烧交友，闹出事端来，于是又悄悄回到自己屋内。李氏回到自己屋内后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想，刚刚自己出门时，大嫂肯定听到了我开门的声音，可是又没有看到我到她的屋里去劝架，这样一来，大嫂更加怀疑自己与大伯有私情。 如果没有私情的话，为何开门出来又不敢进去申辩？按照大嫂刁二姐的性格，肯定会被她大做文章，最后自己一生清白难保了。于是思来想去，暗暗怪自己多事，把扫帚和簸箕放入了大嫂家中。于是便弄来一根绳子，当夜便自缢身亡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刁二姐气冲冲跑去李氏房里找他理论，推开李氏房门一看。 发现李氏早已经吊死在了房梁上，刁二姐赶紧喊来吴世良。吴世良见弟媳自杀，吓得手足无措。他二姐却还在一边骂道：“你若与他无私情，他又为何上吊自杀？”吴世良已经不想和他争辩，赶紧去将弟弟吴德荣找回。吴德荣回家后见妻子李氏自杀，悲痛万分，问大哥大嫂怎么回事。吴世良和刁二姐说。 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弟媳就自杀身亡了。吴德荣不相信，于是便到县衙告状。当时的县令是陈亮，陈亮传唤吴世良夫妇，追问李氏为何自杀。吴世良说，弟媳染病，痛苦煎熬，故而选择自杀身亡。吴德荣反驳说，妻子从未有病，身体一直健康，怎么会因病自杀？刁二姐说，弟媳性子急，弟弟又不在家。 弟媳心痛无人帮助，所以选择轻生。吴德荣反驳说：“妻子一直性情温和，从未心急，且无心病，怎么可能会因为病痛自杀呢？”陈县令见状，立刻让人大刑伺候吴世良夫妇，双手被夹得血肉模糊。吴世良始终不肯承认杀人，刁二姐却忍受不住痛苦，就说是丈夫与弟媳有私情，簸箕就是证据。当天夜里。 夫妻二人为此吵闹厮打，第二天发现弟媳自杀，不知道是何原因。陈县令问吴世良：“既然与弟媳李氏没有私情，李氏平白无故为何选择自杀？”陈县令当即让衙役拷打吴世良，吴世良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遍体鳞伤，最后不得不屈打成招。最后，陈县令判决吴世良祸害弟媳，导致弟媳羞愤自杀。 家中的簸箕就是凭证。吴世良被判处杖刑，八十流放一千里。第二年，河南新任巡抚姚良贤在勘察旧案时，突然看到了这起案子的卷宗。姚巡抚看了卷宗之后，略一沉思，立刻便感叹县令陈亮糊涂，这分明是一桩冤案。姚巡抚当即亲临汝南县，把相关人员全部叫来重新审讯。姚巡抚找来刁二姐。 问他当时李氏是否已经扫完了地？刁二姐说：“扫完了。”姚巡抚又问：“当时簸箕里有没有粪草？”刁二姐说：“没有粪草。”姚巡抚说：“如果当初是吴世良拉李氏进屋，那李氏可能还没扫好地，那扫帚和簸箕应该一起被带进去才是，却单单只有簸箕在房内。如果是扫好的，拉他进屋，簸箕里一定有粪草。” 如果是倒完粪草再拉他进屋，那更没有必要把簸箕也带进房里去。由此可见，吴氏、梁与李氏没有私情，反而是李氏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这才上吊自杀的。姚巡抚的一番分析让众人立刻醒悟。姚巡抚于是重新判决吴世良无罪，让他重返故里。吴世良无罪释放了，但由于一年多的苦役，让他身心俱累。 回到家中，没有几日便死了。姚巡抚判,判处刁二姐绞刑，报送上司后认为处罚过重，于是改为杖子一百，并进行训诫。县令陈亮判决不供，严刑逼供，处革职查办。刁二姐被杖责之后，恶名尽人。借知刁二姐悔恨自己害死了丈夫，也害死了弟媳，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，于是选择服毒自己。 由此，吴家只剩下了吴德荣一人，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了。奇案点评：一个破忌一个误会，一个多疑的嫂子，一个善良的弟媳，最终搞得家破人亡，真是令人唏嘘不已。自此，清代伯及其案宣告结案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。如果你喜欢听我讲的故事， 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支持一下。沃清代甘肃固原人柴四在邯郸范阳买卖不慎，生机潦倒。转眼秋风四起，落叶纷飞，他思乡意见归心似箭，于是骑驴上路。半道上不慎迷路，误入草莽之中，进退不得。柴子积极又疲，只好下驴徒步行走。驴边走边嚼些干枯的苇草。 人也常去吃点干粮果腹，见前方不远有片树林，柴子自忖能到那休息一下。突然草丛里窜出一只兔子，驴子惊吓躲闪，不巧路边有口枯井，驴子失足坠入，缰绳还牵在柴子手中，他猝不及防也被拖拽落井。井内漆黑如夜，泥浆深没脚踝，柴子暗中摸索，无计可施，自认必死无疑，背到好一阵。 忽见有光从缝隙透入，犹如一线。上前摸出一个石门，使劲撼动，眼前顿时豁然开朗。门外细草萋萋，群花如绣，远山横黛，近水碧长，千朗七净，一目千里。柴寺惊奇不已，千里而入长阳，大约半里长的花丛集结一条小道，两旁奇花一会，柴寺平生未见，桃花千片大入碗口。 时之残秋，而此地的风景像是暮春时节。柴寺大惑不解，继续向前，终于来到一处村落，清晰环绕，绿树成荫，木屋竹墙，俨如一幅山水画。村里的垂髫小童和白发老叟各有怡然之色。他们蓦然瞧见柴子，无不惊怪，尤其对于十分好奇村民，虽然聚众围观，议论纷纷，但无人敢接近柴寺。 柴四不知他们是什么意思，只得低声下气说自己饥饿困过。一位老人指点道：“向西到石桥边是荀孺子的家，他富而好礼，你何不前去见见？”柴四如其所教，来到地方，有一高门大户面向石桥，显赫气派。叩击门环，一个青衣仆人出来询问缘由，然后入内禀报。很久之后，荀孺子才姗姗出迎。 只见他白富美然，年约四旬，简易放跑，样式极为古老。荀如见到女，惊讶道：“这是什么野兽？”柴子回答：“是女。”荀如子仔细抚摸，前后审视，小的形貌怪异。驴子大多记载于诗书之中，老夫今天才认识的。随后请柴子入堂，吩咐仆人将驴系于庭前树下，没顾上和柴子说话。 荀孺子就集呼家人一起赏绿，人群中有一女子，姿色艳丽，频频目视。这柴子好像对她格外中意，柴子也为之心神摇荡。不久，驴躁动嘶鸣，众人惊散。荀孺子大笑，观其形状，与马同类而已，必定不会吃人的。你们又何须惧怕呢？刚才品味他的声音，大概在宫羽之间，实在是珍奇之物呀。 因而挽留柴四住下吃饭，殷勤款待，并让两个小壮夫士左右居住几日。柴四成气打听女子是谁，小壮笑而不答的走开。不大一会，荀孺子过来说道：“听闻你询问小女，想来必是对她有意了。”柴子羞愧的冷汗直冒，赶忙致歉道：“在下偶然试眼，实无他意，希望先生宽恕。”荀孺子问道：“你曾听过韦希光的故事？” 柴四摇头叹道：“在下从小行商做买卖，胸无点墨，哪知道什么故事？”荀孺子解释道：“那位娇，西光的人精神激愤。”渣子笑说：“参六气而饮露水，属正阳而寒潮家，并非不能乘风云上下两儿一招见到重见。两人就结为伉俪。今日之事是前世定下的姻缘。如果你不嫌弃我们村野人家，老夫愿与你缔结婚约。 柴四闻言不胜狂喜，虽然推辞，但也只是做做样子。荀如子立即索要聘礼，柴四解囊取出两枚紫金镯子奉上。荀如子笑纳道：“由此作为聘礼已经足够了。”继而问柴四平日做何营生，柴四答说范：“贩羊。”荀如子有些愕然：“干几年了？”柴子对道：“老夫贩羊，儿子接替，已经两代人了。即便不富，也算小康。” 荀孺子面露不悦：“你非仁慈之人，岂可娶我女儿为妻？”柴子辩解道：“放而不杀，一同无罪。”荀孺子反不道：“你虽不杀羊，羊却因你而死，怎能说你无罪？”柴子恳请从此改行换业。荀孺子叹到你家两代贩羊，被你们害死的羊有不少，罪无可恕，改行也晚了。于是退还聘礼，留下柴子的驴，给他一锭黄金。 打发他离开，柴子悔恨不已，又不敢争辩，闷闷不乐地背着行囊出门，借住在寻孺子的邻居家。他本想谋划回去向人打听，图却无人知道，心情不免于解，幸好主人不走房租，且每日提供两餐，所以不缺什么东西。柴子喜欢这里风土秀美，人情敦厚朴实，因此倒也能安心住下。一日。 忽闻邻居互相轰传，荀孺子将女儿嫁到鲍楚世家，今日迎亲，何不去看看？全村男女老幼，观者围堵如强柴四己。深人流之中，见彩旗在前，引马车在后，跟随仙衣花梦簇,簇拥的人群浩浩荡,荡荡，而且他的驴背盛装打扮，上面骑着一个簪花美少年，围观村民都说奇怪，兽的人是鲍家郎，荀家婿。 柴子妒火中烧，冲上前挡的，怒问何故夺我的驴？众人乍见而惊，继而发怒，一拥而上，用马鞭抽打的柴子，昂首捉缰，不肯有半点退却。荀孺子闻讯赶来，对柴子怒道：“牧羊小，怎敢搅扰我家大礼？”立即命人将他捆绑起来。柴子滚的大呼：“我今日不过一死而已，岂盼你们一负？”众人无奈，送他报官。 官府十分偏袒荀孺子，判定柴寺刁诈亡国，不服教化，便三百下流放五百里。借父臣借官戍边，臣借官的官吏命柴寺掌管关门的开闭。柴寺守关医院，竟无一人出入关门，他深觉寂寞。时逢官吏有事离开，临行前嘱咐柴寺紧守关门，千万不要随便窥伺关外。柴寺成系开关奔逃，刚出关门。 风景顿时大变，且寒冷不已。奔走到傍晚时分，见着一处村市，向路人打听，都说这里是湖南某县某村。在问时和年月，路人答道：“某年十一月某日。”柴寺大惊，这里自己坠入的枯井已有一两千里之遥，计算落井日期，早就过去十几年了。星夜归家，家中已更换主人，访求亲友，搬迁流动殆尽。 唯有一个小弟上的贫寒，沦落到在酒肆打工，胡须一大把呢。辗转去祭祀先人的坟墓，坟冢已荡然无存，松柏都成了枯木。柴寺抚兄痛苦将，将范阳赚下的钱全送给小弟，然后出家做了道士，云游四方，不知所踪。江西昭城县有个秀才叫卢学增，自幼与顾家之女阿秀定了亲事。 然而，在卢学曾成年可以婚娶时，卢家已经没落了，家徒四壁，没有钱财不说，连条像样的衣户都没有。顾家老爷不想让宝贝女儿嫁给一个穷秀才，想方设法要退婚。可是顾阿秀认为这是不仁义之举，当即摇头表示抗议。其母孟氏不仅通情达理，还十分贤淑，她也赞成爱女的做法，希望阿秀能尽快跟卢学曾完婚。 顾老听了，就冷哼道：“要想娶阿秀也可以，让卢家那小子准备一百两银子，这门亲事我就同意了。”一百两银子对于卢学增来说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，但是对于家庭富裕的顾家来说，却是不值一提之事。因为孟氏这些年的私房钱差不多都有上千两银子了。于是为了让女儿开心，他秘密找到老仆人胡明，让他去给卢学增传话。 你未来岳父嫌弃你家贫穷，亦要退亲，但是阿秀，你岳母都不同意。你若真心想娶阿秀为妻，第二日早上便来敲过家后门，到时候你岳母给你准备一百两银子，你拿他做聘礼，择日来找阿秀完婚。卢雪曾听了激动不已，连连向胡明表示了感谢，又的胡老伯，请一定代我谢谢岳母大人，还有阿秀小姐。 今生我只有做牛做马报答他们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你的话带到。胡明点点头，回去复命了。待其走后，卢学森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赵氏。赵氏听了也是喜不自胜，然而看着爱子破旧的眼，他又叹了口气道：“第一次去顾家，必须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，可不能穿得这么破旧。你表弟梁上跟你个子差不多大小。” 你明日先到他那里借套新衣，再去找你岳母拿钱吧。卢学曾觉得有道理，使劲点了点头。于是第二日一大早，他便来到了姑姑家找梁上借衣。姑姑家是做买卖的，家境谈不上殷实，但在当时也算得上小康人家，完全不愁衣食。当时梁上还在床上睡懒觉，姑姑出于好奇。 就问卢学曾为何会来找他二姐新衣穿，莫非有什么喜事？卢学曾是个实诚之人，毫不隐瞒的将实情道出。姑姑听了是真心替侄儿感到高兴，就急忙催梁上起床，赶紧给他找新衣。梁上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他早在床上听到了卢学曾与母亲的对话，有心要从中插上一脚。于是这小子穿好，跑了一山出外。 对卢学增谎称道：“我那套好看的新引前两天已被一个新郎官借走，当做新郎服穿了。表哥，你在这里稍作片刻，我马上替你取回来。”卢学增只当梁上说的是真的，慌忙抱拳行礼表示感谢。梁上出了家门后，径直找到顾家，敲响了后门。恰好当日胡明出门去给顾老头办事了，而孟氏正好又在后院之中。 于是他打开了后院的大门，梁上见对方穿着华丽，戴着金银首饰，已燃料的此人是卢学曾，未来丈母娘无疑。于是急忙施礼而拜：“晚生卢学曾拜见岳母大人。”原来你就是学曾啊！孟氏见这个儒学增长的一表人才，还如此懂礼，立即满脸堆笑的将他迎进了院中。原来这个孟氏跟顾阿绣一样，都从未见过真正的卢学曾。 不然他也不会将梁上这小子误认成卢学曾了。将梁上迎进房中后，孟氏又与其交谈了一会儿。梁上虽然不是正人君子，但自幼也是饱读诗书，因此跟孟氏谈起话来引经据典，说得头头是道。孟氏更对其身份不加怀疑，于是又让顾阿绣出来相见。顾阿绣对卢学曾的长相和谈吐也感到十分满意。 两人一直从早上聊到了中午，卢学曾假意告辞，孟氏有心让未来女婿多坐一会儿，以便跟爱女培养一下感情。卢学曾趁机留下来吃了午饭，然后又跟阿秀谈起了琴棋书画之事，二人相谈甚欢，只有相见恨晚之意。于是顾阿秀又主动留这个卢学曾吃了晚饭。孟氏担心顾老儿还会从中作梗。 有心要把生米煮成熟饭，于是又悄悄让阿秀留这个卢学曾过夜。阿秀当然是求之不得，于是当夜将这个卢学曾留在了自己的闺房中。这边梁上假冒的卢学曾简直是逍遥快活够了，而真正的卢学曾却还在他姑姑家中焦急的等待。当时通讯技术不发达，姑姑见天色黑了，儿子还没回来，也没多在意。 只劝卢学增在家中住上一晚，等第二日梁爽回来取了新衣再走。不时，卢学曾无奈，只得在姑姑家中住了一晚。第二日早上，顾老儿要回来了，孟氏赶紧给梁上所办的卢学增准备了一百两银子，让他速速离去，免得被家里那老爷子撞上了。梁上求之不得，拿了银子先回家藏了起来。 然后再悄悄从柜子底下拿出一套新衣，交与卢学增道：“对不起了，表哥，昨天被我朋友苦苦相留，我迫不得已在他家待了一晚，这才把新药要回来。没事，拿回来就好。”卢学增苦涩一笑，急忙穿了新衣，拜别了姑姑，去顾家大院找未来丈母娘了。当时胡明已经回到了顾府，卢学曾去后院敲门时。 这老小子正在院中打扫昨夜被风吹下的落叶，听到敲门声后，他给卢学曾开了房门。卢学曾见是老熟人，立即笑着抱拳，表明了来意。胡明斜了这小子一眼，颇为埋怨的说道：“不是让你昨天早上来吗？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如果被我们家老爷知道，就麻烦了。昨天我去借瘾了，没有借到，所以今天才来。”卢学曾真是个实诚之人。 连借衣之事都没有撒谎，胡明可怜这小子遭遇，赶紧将他带入厢房，然后向孟氏禀明情况。孟氏十分诧异，贤婿不是才走没过久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当即他来到厢房与卢雪曾相见，这还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你是何人？怎么跑到我们府上来了？孟氏瞪大了双眼，惊吓般的问道：“夫人，他就是卢雪曾啊。” 胡明慌忙做了介绍，卢学曾跟着点头行礼。晚生正是卢学曾，不是您让我来府上找您，拿您一百两银子做聘礼吗？什么？这个才是卢学曾？那昨天来的那个人是谁？孟氏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慌忙又问胡明：“这人真是你前日见到的那个卢学曾吗？”“是啊。”“夫人怎么了？”胡明也是不明所以。孟氏这才意识到被骗了，连连叹气道。 如此说来，昨日来的那个人就不是卢学增了。哎，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卢学增还是不明所以。孟氏就将昨日有人冒充上门拿钱之事对卢学增说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阿秀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他才意识到自己被人骗了，顿时羞愧不已。卢学增听完孟氏的描述后，也如五雷轰顶，一时时不知所措。 这时孟氏就责备卢学增：“我让你昨日前来，你为何今天才上门来？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对外人说过？不然怎么会有登徒子上门冒充你？除了母亲和我姑姑之外，再无别人知晓。”卢学增含着泪将他上姑姑家借衣之事和盘托住。孟氏听了，又是唏嘘不已。没想到卢家穷得连条像样的衣裤都没有了，这才闹出这种事来，真是作孽呀、啊！ 感叹完之后，孟氏又将怀疑的目光投到了胡明身上，因为这事还有他知道，会不会是他泄露了消息，然后便有歹人上门认亲呢？胡明自然看出了孟氏的心思，慌忙摇头摆手的：“夫人，这件事情我只对卢学曾说过，我发誓，除了他和我之外，再没对任何人说起过。如果不是胡明这里出了问题，那就是卢学曾那里出了问题。” 对了，这小子不是说去找他表弟解疑，然后他表弟在外面待了一晚上才回去。那人莫不是他表弟？慌忙中，孟氏向卢学曾询问梁上的长相和回他家时的穿着，卢学曾如实描述。孟氏这才意识到是梁上的混账小子冒充了卢学曾来，骗取了他和女儿的信任。这小子真不是一个好东西！躲在木帘背后偷听的顾阿秀一个没忍住。 就嘤嘤的哭了起来。在那个年代，女子把贞洁看得比命还重要，顾阿秀因此觉得很对不起卢学曾。卢学曾也是心中有愧，当即向顾阿秀表示不会介意这一点的，无论如何也要娶她为妻。顾阿秀却哭着摇头道：“卢朗，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呀、啊！你若早来一天，我肯定就是你的人了。但如今事已至此，我绝不会再嫁给你了。” 你且跟我来说吧。顾阿绣将卢学曾领到他闺房，给他拿了许多金银首饰，包括一百两银票，让他重新娶个好女子，安安心心过日子。卢学曾被顾阿绣的美貌和善良的内心所吸引，还是摇头表示，除了阿绣之外，今生不会再娶第二个女人。你这是何必呢？顾阿绣一声叹息，含着泪将卢学曾赶出了房间。 孟氏担心这桩丑事被顾老二知道了，赶紧让卢学曾先行回家，不要对任何人说起此事，以免坏了顾阿秀的名声。不曾想，卢学曾前脚刚走，顾阿秀就上吊自杀了。孟氏急火攻心，竟也倒在地上不治而亡。一天之中，竟然痛失了老婆和爱女。这件事情对于顾老头来说，打击是十分巨大的。 他在痛苦万分之时，心中也在寻思：阿秀好端端的为何会自缢而亡？老婆孟氏为何会跟他一起赴死？正在沉沉凝之间，仆人胡明忽然握着拳头，咬着牙骂道：“这一切都是卢学曾那穷秀才造成的恶果，应该让他抵命才是。这事跟那穷秀才有何关系？”顾老头一番刨根究底，才得知了实情的大概经过。 此刻他是恨死了卢学增了。为了保全顾家名声，他找人写了张状纸，上述卢学增为了逼自己同意他和女儿的婚事，便将女儿玷污了，然后还抢了他部分金银首饰。状纸很快送到了县衙，糊涂的县官看了状纸后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卢学曾抓了起来。卢学增这时才知道阿秀已经自缢而亡了，瞬间他也没了苟活的心思。 于是直接点头承认了，没错。为了把生米煮成熟饭，他确实把阿秀那啥了，然后抢了他的金银首饰。县官就等着这小子认罪乐，立即让他签字画押。虽然顾阿秀就不是直接被卢学曾杀死的，但却是因为受了他的侮辱才自缢而亡的。根据大清律例，卢学曾是免不了一死的。县令很快命人将其收监。 就等着上面的批文下来，再将它处斩了。故事也许很精彩，但您的评论更出众。期待您在评论区提出宝贵的意见。点点关注，不迷下个故事更精彩。观奇案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喜欢听故事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三秒支持一下。闲言少叙，咱们奇案故事接着说。清朝光绪年间，湖南耒阳县有一户人家姓，姓张。 雇主张志成是个游手好闲的赌棍。此人年轻时当过响马强的，又做过保镖和混混头子。到了中年，不但恶习不改，反而更加凶残狠毒。二十多年前，一个青楼女子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张志成把儿子养大，还给他娶了媳妇。儿媳妇淑英来自县城郊的一个农家。淑英小户人家出身，却长得貌美端庄，恪守妇道。 新婚那日，花轿把淑英接回张家拜堂行礼之时，张志成见到媳妇窈窕貌美，不禁邪念斗生，眼睛盯着儿媳妇胸前，不肯挪开去。那天晚上，儿媳妇和儿子熄灯睡觉后，张志成躲在门外偷听，一直到天麻麻亮才悄悄溜回去睡觉。儿媳妇娶回家后，张志成突然像变了一个人，平日里经常十天半月不回家。 在外面和一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，或者到处敲诈勒索。儿媳妇进门后，他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整天在家中闲坐抽烟。儿子张冲以为父亲改邪归正，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了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张志成一辈子游手好闲惯了，他是一个耐不住寂寞的人。年近五旬的张志，精力充沛，是不可能把玩乐的时间浪费在家中。 当老人的张志成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在意的是儿媳妇淑英。他不出门就是想打淑英的主意。儿子出门干活之后，张志成就用言语挑逗儿媳妇，企图勾搭淑英。见公公每天在家闲坐，每次自己做饭、扫地和干其他的家务活，总感觉公公就在后面盯着自己。有次淑英感觉公公在身后看自己扫地。 结果回头一看，果然发现张志成坐在客厅里，往院子里张望。淑英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公公长期有手好，闲惯了，有一股痞子气，淑英不敢说什么，只得隐忍。一天晚上，儿子张冲出门买不来卖，因为暴雨冲毁桥梁，不能按时回到家中。半夜里，张志成悄悄进入了淑英的房中，淑英以为是丈夫回到家中，并未搭理。 随后感觉有人脱裤上床，恍惚之中，淑英感觉那人上床。当她惊醒过来时，却发现正是张志成。淑英又羞又恼，气得抓起枕头要打张志成。张志成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威胁淑英：“若他肯顺从，他就不会对他下杀手；否则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”淑英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张志成连哄带吓。 淑英迫不得已顺从了他，谁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张志成就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淑英不放。儿子一出门办事不回家，张志成就故伎重施，多次得手。淑英精神上、身体上饱受折磨摧残，于是便把此事告诉了丈夫张冲。知道此事后，气得怒骂张志成不是东西，但他不敢去找张志成理论。 因为张志成以凶恶出名，没有人敢惹怒他。张冲从小就怕张志成，即使张志成行为过分，他也不敢去理论，最后说朱英建议张冲搬家，去一个张志成找不到的地方生活，惹不起他，就躲着他。一天，张志成出门赌钱，夫妻二人趁机带上钱财和简单行李离家出走。 悄悄来到了距离县城三十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居住。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叫李雄的人，是张冲的拜把子兄弟。张冲出门做生意时，曾经与他结识。李雄好贩卖牛马卫生，此人急公好义，是一个忠厚之人。张冲带着妻子淑英来到村子，李雄没问二人一句话，就把他们安顿到自己家的老房子里居住。 老房子在一处山坡上，在李雄所居住的村子对面。张冲夫妻就在老房子里住了下来。李雄隔三差五过来送吃送喝的。张冲一家与村子里的人也相处的很融洽。另一方面，张冲夫妻走后，张志成气的摔坏了家里不少锅碗，但他不知道儿子儿媳妇夏落在生气也无可奈何。一个多月后的一天。 张志成在城里遇到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小贩，从小贩的嘴里无意中知道了儿子张冲和儿媳妇逃到了乡下的消息。张志成给了小贩二百文钱，小贩就把地址说给了张志成听。光绪十三年夏，张志成如狗皮膏药一般追到村子里。他先是不动声色去惊扰儿子儿媳，而是买来礼物去拜访李雄。李雄为人忠厚仗义。 见张志成带着礼物前来，于是便留下他一起吃饭。在席间，张志成问李雄以和杨生，李雄说以贩卖牛马为生，也做牛马屠宰生意。张志成又问李雄生意如何，李雄此时几杯酒水下肚，已然将张志成当成了兄弟。李雄告诉张志成，往年生意还不错，今年就稍微差一些。他留了二十两银子，准备修建房子吧。 屠宰场在扩大一倍规模，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李雄这番话被张志成听了，张志成暗暗记了下来。回到家中之后，张志成四处打听李雄及其村子的相关情况，一条毒计在心中落定了。张志成想要接回儿子儿媳，继续霸占儿媳妇，但眼前的李雄是最大的阻碍。张志成打算除掉李雄。 他打探到李雄村中有一个叫孙四的人，此人性情彪悍，力大无比，非常凶恶残暴，全村人都非常惧怕的。张志成与孙四臭味相投，算得上是狗肉朋友。张志成请来孙四下馆子，在酒桌上悄悄告诉孙四，他与李雄有仇，想要除掉的。如果他肯帮忙的话，给他二十两银子。 外加把自己貌美的儿媳妇许配给他，一旦二人杀了李雄，就把罪责嫁祸给儿子张冲，张冲被抵罪。注意，儿媳妇就去配给孙四。孙四原本就是无赖，他听说张志成要送钱送女人后，心想不干白不干，万一成功了，下半辈子就舒服了。两个臭味相投的人就这样定下了这条毒计。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。 张志成和孙四携带利刃潜入李雄家中。李雄家有三间正房，李雄夫妻睡东屋，三个孩子睡西屋。当时一家五口正在熟睡之中。张志成、孙子二人穷凶极恶，一人奔走东屋，一人奔走西屋。李雄听到响声，起床查看，还未来得及走到门口，就被张志成一刀砍中脖子而死。砍死李雄之后，张志成冲入屋里。 杀死了李雄的妻子，在西屋里，孙四很快窜到了房中。李家三个孩子正排头睡着，孙四手疾眼快，对着三个孩子连砍数刀。三个孩子被这恶徒砍下了脑袋。住在山上的张冲见李雄家中有变，赶紧跑下山来查看，结果看到了张志成和孙四逃出了李家。张冲害怕自己也被杀死，于是赶紧远跑回，躲入山洞之中。 第二天，孙四到县衙状告张冲杀死了李雄一家，指控张冲忘恩负义、谋财害命。县令派人前去调查，追捕杀人疑犯张冲。衙役们搜查了李雄家里，抬出了被害者的尸体，在山洞之中，他们找到了张冲。张冲被押回县衙，县令施以重刑，让他招供。张冲是个孝子，明明知道作恶者是其父。 但他还是不忍心说出实情，于是便承认是自己杀死了好友李雄一家。县令把张冲收押，等候证据确凿后发落。在判定张冲有罪时，张冲承认自己杀人，却无法说出凶器埋在了哪里。衙役们从李雄家他中搜出尖刀一把，邻居辨认尖刀是孙四家的。孙四被严加审讯，结果他一口咬死自己没有杀人。 尖刀是张冲偷的，孙四被关押起来，县令对其多次用刑拷打，就是不肯承认杀了人。孙四被捕之后，张志成开始担心起来，他担心孙四忍受不住拷打，供出了一切。不过他很快就淡定下来，即使孙四供出了自己，也只是一面之词，没有证据。只要自己咬死不承认，谁也拿自己无法。张志成还颇为得意。 这下孙四也被抓了，最好也被处死，这样自己就能独占儿媳妇了。随后，县令提审张志成，县令让淑英与张志成对口供。结果，淑英在堂上大骂张志成图奸儿媳，诬陷儿子害死李雄一家。张志成见儿媳在众目睽睽之下辱骂自己，不觉面红耳赤，与他争争论起来。县令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 当即让人拿下张志成审问，张志成自然不肯就范，始终坚持是儿媳妇诬陷自己，自己并未参与杀人。县令将其杖子二十大板，又用夹棍夹手指。张志成是混惯了的地痞，这些阵仗他从来不惧怕，大刑对他没用，只得将其作为疑犯收押。这起命案，张冲承认杀人，凶器却不是自己的，自己说出凶器下落。 结果去找又没有，没有直接证据。孙四、张志成又始终不肯承认杀人，案情一时间难以突破。三天之后，山洪爆发，冲到了张志成家的一堵土墙，衙役们从土墙底下找到了一把斧头。经过鉴定，斧头曾经浸泡过血液。斧头被拿到公堂审案，张志成继续不承认杀人。县令把三人全部叫上大堂对峙。 又分别对三人进行拷打，最后又有一个饭店的店老板前来作证。当初张志成在他的店里宴请孙四，还约定要把儿媳妇许配给的。张冲听了店老板的讲述，顿时难以压抑心中的怒火。这禽兽不如的亲爹竟然这样对待自己和妻子，于是他便不再帮张志成顶罪，说出了那晚在李家看到二人逃走的情形。 县令见张冲说出实话，于是便将孙四、张志成继续拷打，并告诉他们现有证据足以定他们的罪。两个恶徒最终说出了杀人的全部经过，并承认了杀死李家五口就是为了除去李雄，嫁祸给张冲。最后，张志成罪大恶极，行径禽兽不如，被判处凌迟处死。孙四作为帮凶，残忍杀害三个孩子，被判处斩首。 张冲起初隐瞒罪行，被杖责二十大板，以警教。由孙四、张志成的家产店卖部分给李家赔偿。自此，这桩清代奇案宣告结案。故事也许很精彩，但您的评论更出众。期待您在评论区提出宝贵的意见。点点关注不迷，下个故事更精彩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咱们民间故事接着讲。如果您喜欢听我讲的故事， 可以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长按点赞支持一下哦！从古至今，不学无术的泼皮无赖，从来不去别人兢兢业业养家干活；这些游手好闲的无赖，却整天无所事事，成日招猫逗狗，为害乡里。这不，康熙年间的无锡县就有这么一位无赖，叫做秋木。他平日好吃懒做，专门勾人妻女，每日在街上晃荡，眼睛一直离不开女人。 见到有几分姿色的妇女，挖起心思也要弄到手。一日秋末，到城外去见一位酒肉朋友，自然是要互通有无，看看谁家的妻女有机可乘。当他走到一片树林时，迎面遇见了李环的妻子蔡氏。蔡氏二十多岁，颇有几分姿色。他是回娘家探母，路过树林，秋木一见蔡氏就起了贼心，看他又是一人独行。 急忙走上去拦住了蔡氏，奸笑道：“娘仔从哪来？”突然被人拦住，蔡氏一阵惊愕，见眼前的男人一脸淫笑，他哪里敢答话？见蔡氏不答话，秋木又凑近几步：“娘仔这是要去哪里？荒郊树林的，还是让小生护送娘仔一起走吧？”蔡氏赶忙向后退了几步，心道：“我和这人素不相识，怎么如此纠缠？” 看得一脸奸猾，绝不是什么好人。想吧，蔡世界一旁还有条小，于是急忙转身走进去，只求赶紧摆脱眼前的泼皮流氓。秋木看蔡氏要跑，他哪能放过到嘴的肥肉，当即从后追了过去，边追边喊：“小娘子慢走，这小路你不说，哥哥我给你带路。”听到秋木追了过来，蔡氏心里发慌，脚下一不留神摔倒了，趁此机会。 秋木扑上来抱住地上的蔡氏，急不可耐的娘子，娘子陪我一起乐呵乐呵，小的绝不害你性命。蔡氏早已被吓得花容失色，一边推走秋木，一边呵斥的：“你这泼皮无赖，丝毫不知廉耻！我和你素不相识，竟敢强行非礼，难道不怕我告到官府治你的死罪？”虽然蔡氏是个女子，可眼见清白不保，也使出了十二分的气力。 他用尽全身力气将秋木推倒在地，起身就跑。秋木没料到这女子如此刚烈，到嘴的肥肉眼睁睁吃不进去，让他不由得恼羞成怒。见蔡氏身上还有不少首饰，他心想，既然得不到人，总不能人财两失。于是拔出随身尖刀，跑到蔡氏身后，举刀救子。可怜蔡氏一个柔弱女子，端端的遭受无妄之灾。 年纪轻轻丧命，在在这荒郊野岭，秋木怕蔡氏没死头，又在他身上刺了几刀，随后把他身上首饰尽数取下，最后在林内把蔡氏草草掩埋。三天后，李环见妻子始终不归，心中不禁担心，就去岳母家打探情况。走到半途，正经过城外的树林，突然见蔡氏站在不远处，正在低头啜泣，脸上梨花带雨。 李环急忙高喊：“嫌弃，为何独自一人在此？怎么不回家？”蔡氏听到丈夫的问话，却不回答，而是转身从一条小走进了树林里。李环一愣：“为何妻子明明看见了自己，反倒跑进了树林？难道里面有他的奸夫？两人这些天在此私会。”想到此，李环怒火攻心，跟着蔡氏进了树林里，想要一探究竟。一进林子， 只见蔡氏低头坐在一棵树下，李桓赶忙跑过去，可是他刚跑到了树下，蔡氏却凭空不见。李恒使劲揉了揉眼睛，前后左右仔细看了一圈，确实没有自己的妻子。他心下一斗丛生，不经意间看见树下有堆新土，土面还露出了一截蓝裙。李恒壮了壮胆子，俯下深挖开土，他的大叫一声，里面埋的正是自己妻子。 蔡氏脖子的伤口赫然可见，李恒仰天长啸，泪如雨下。哪能料到自己妻子竟死在此处，又是被哪个恶贼害死？讨半天，他才止住哭声，讨回家找人将妻子运回去安葬。接着又去县衙哭诉自己妻子的惨案。当地县令姓胡，问李恒道：“你们夫妻平日可有什么仇家，得罪过什么人？”李恒说道。 我们夫妻平日本本分分，从来不曾得罪谁。我妻子回娘家探亲，不明不白被杀死在树林中，请大老爷为我妻子做主，让贼人抵命。胡县令青履山羊虎心道：一个妇人突然被人杀死在树林里，行着又没得罪什么人，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于是吩咐李恒回去等，借自己派出手下公差访查一番，再做定夺。待李恒走后。 胡县令找来手下捕头胡胜，令其秘密访查线索，尽快确定责任所在。一连多日没有丝毫线索，胡县令心中焦急不已，一人在后堂拿着状子翻来覆去，毫无所得。胡县令一阵头疼，自己苦心要捉到贼人，早日正法，可眼前没有丝毫头绪。正在他苦恼间，屋外突然起了一阵怪风，打着旋的围着一棵树吹得不停。 这风不前也不后，不左也不右，那旋风好像是从树底长出来的一样，围着大树狂吹，直到一盏茶的功夫才在。胡县令在屋里看得惊奇不已，他出屋来到树前查看，只见一阵风把树上叶子尽数吹落在地，这些叶子被旋风卷得像座小山丘一样堆在树根周围。眼前一切似乎是上天有意提醒，平白无故来了一场旋风。 不偏不倚，就围着一棵树打转，又把树叶堆成了小丘。莫非凶手名字就藏在眼前？这些叶子被吹成了小丘，围着一棵树木。莫非凶手姓邱名木？胡县令急忙找来捕头胡生，问道：“你常和街面上的泼皮无赖打交道，可认识一个叫秋木的秋木？”胡生愣了愣：“这人整日游手好闲，还喜好女色。大人如何认识他的？” 果真有此人，胡县令大喜过望速江，速将此人不来，务必小心行事，千万别惊跑了他。胡生虽然不解，可是大人既然有令，只得依命行事。他找来几个得力手下，藏在秋木家周围，当晚就将秋木捕获，送到县衙大堂上。胡县令把惊堂木派的声响，喝问秋木：“你这大胆贼子，光天化日害死，才是抢夺首饰。” 还不快些招供，免受皮肉之苦！秋木额头渗出冷汗，急忙叩头道：“小人从来都是本本分分，怎敢杀人劫财？大人千万别听谗言，小的实在冤枉哈！”胡仙令气的大叫：“他为官多年，早已练就一双识人的火眼，眼见这秋木一到大堂便左顾右盼，一双贼眼转个不停，岂是什么善类呀？你说我冤枉你？” 胡县令转头看向捕头胡胜，秋木这子人害死蔡是不久从他身上抢夺的首饰不少，我料定还有些没有出手。你带人去秋木家里仔细搜查。不到一个时辰，胡生带着手下兴匆匆赶回大堂。大人，你果真料事如神。我在秋木被子里搜出一个女人的簪子，水缸后面搜出一个玉镯。不久后，李恒被公差带到大堂。 胡县令指着地上两件首饰，要他仔细辨认。李恒之一眼就认出这两件首饰正是蔡氏的心爱之物，睹物思人，不禁嚎啕大哭：“大人，这两件首饰都是我妻子的，平时从不离身。”秋木胡县令高声喝问：“如今人正物证据在，你还想狡辩吗？谁或打棍，不请你写三思。”秋木扑通瘫坐在地。如今赃物就在自己家里。 起初在想辩驳，无非自己逃打。他咬咬牙，将如何在树林遇见蔡氏，逼见不从，持刀杀死，抢夺首饰等事如实交代出来。胡县令判到人犯秋木冠在恶徒，遇蔡氏独自归家，心生恶念，逼见不从，便杀人夺财。人命关天，冥冥中自有定数，旋风深冤。如今人赃并获，秋木当即处斩赃物。 判与李恒收走。